报告文会出席委员九员，移除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首先请议事人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24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5日星期三上午9:01至10:35，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廷飞等10人，列席委员林立禅等25人，请教委员蔡适应、林长佐，列席人员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人员，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外交部部长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李大为报告，委员王定宇等18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李大为及所属亚太司亚协秘书长蔡明耀、北美司司长薛美瑜、人事处处长郭素清、亚太司司长常以立、领事事务局局长龚忠诚、主任秘书张文良、亚非司司长陈俊贤、调法司司长申佩煌及 NGO 事务会执行长周玲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外交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锁定。三、委员王玉敏及林俊宪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4案：一、针对日本籍公务船于4月25日于冲之鸟礁之公海海域强扣我国屏东琉球籍渔船东胜级16号，对我渔民上扣脱衣检查，并抢索170万元保证金，严重侵害我人权、渔权及公海权益一事，立法院朝野曾于4月29日发表共同声明，表达强烈谴责及抗议。于该共同声明中提及，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岛屿的定义应是涨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陆地区域，冲之鸟面积合计约9平方公尺，是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礁石，只是礁而非岛。日本不应有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礁层，依国际惯例仅能主张12里为其范围，无权主张200里经济海域。我东胜级16号渔船于冲之鸟礁的约东南东方167里作业，该海域为公海海域，日本公务船违反国际惯例，肆意扩张经济海域，在公海上扣捕我国籍渔船强索保证金之海上霸凌行径，严重侵害我人权、渔权及公海权益，对双方长期友好关系造成伤害，本院表达严重谴责及抗议。然在我方政府未有公开说明下，日本共同社单方面于5月23日发布标题为“台湾称撤回向日本冲之鸟岛海域派遣的巡逻船”的新闻，内容并叙具体指称台湾23日开始撤回巡逻船，此与事实明显不符，原要求外交部必须立即向日本共同社提出澄清，要求更正。
并且持续向日本政府主张我国鱼冲之鸟交之公海航行自由，以捍卫我国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格尊严。提案人江启臣、马文君、徐志荣、吕玉玲、林立婵、高金素梅。决议修正通过。二、近年来我国国人与东南亚国家于商业贸易、经济合作、教育文化或各层面之社会交流日益增加，且为配合蔡英文总统之新南向政外交新南向政策外交战略，增加对于东南亚国家之外交资源投入实属必要。然而目前东南亚国家协会十国成员中，我国仅与汶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及缅甸等八国设有驻外管处，但近年来柬埔寨及辽国等其余二国亦逐渐向国际社会开放，国内经济及对外贸易皆具有成长潜力，社会文化交流亦渐趋广泛，因此深化我国与上述二国外交关系之机会及需求不可不把握。原此建请外交部就与柬埔寨及辽国等国增设或提高层级驻外代表管处进行研议。提案人刘世芳、陈廷飞、罗志镇、吕孙林、林立婵。决议修正通过。三、有鉴于近年国际局势迅速变迁，我国外交处境亦增挑战，国际议题更显多元复杂，需要外交部同仁以更新的思维、更强的战力来面对。为此，外交人员年轻化实属迫切与必要，借以提升外交士气、强化外交活力，为我国于艰困国际环境中开拓新局。原此要求外交部检讨外交人事现况，并就外交人员年轻化订定具体目标以及推动措施，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罗志镇、王定宇、刘世芳、陈廷飞、吕孙林。决议照案通过。四、鉴于柬埔寨因行政体系不完备，导致柬国人民来台应备文件如出生证明或亲属关系证明取得困难，且我国目前尚无法于柬埔寨设立办事处，柬国人民来台只能远赴我国驻越南胡志明市办事处申请签证，衍生诸多不便。相较柬埔寨已给予我国人民落地签证待遇，建请外交部研议开放柬籍外配父母及兄弟姐妹适用电子签证方式来台探亲，增进双方人民互动交往，并展现我国改善台柬关系之善意。提案人吕玉玲、徐志荣、江启臣、刘世芳、马文君、吕孙林、林立婵、黄昭顺。决议照案通过。以上宣读。好，我们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若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接下来请议事人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防部部长报告募兵制实施现况及检讨及未来改良之规划，并请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内政部议政署派员列席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谢谢。我们现在介绍今天我们与会的委员跟官员啊，在委员的部分有罗志镇委员，还有刘世芳委员啊。那在列席的王定宇委员啊。列席的官员，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兼执行官蒲尚将，常务次长王信龙中将，总督察室总督察长潘进龙中将，政务办公室主任熊厚基少将，政治作战局局长文正国中将，军备局局长何安济中将，主计局代局长陈国胜少将，军医局局长吴宜昌中将，战略规划师代师长李廷胜少将，资源规划师师长陈正奇，法律事务司代司长林纯梅，整合评估司司长严正国中将，全民防卫动员室代主任蔡忠诚少将，国防采购室代主任黄希如少将，政风室主任古嘉乐先生，
人事参谋次长室次长徐延溥中将，情报参谋次长室次长张延廷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室次长周浩宇中将，后勤参谋次长室次长尚永强中将，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胡延年中将，训练参谋次长室次长陈晓明中将，陆军司令部参谋长全子瑞中将，陆军后勤指挥部参谋长方玉军少将，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梅家树中将，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柏宏辉中将，后备指挥部参谋长李世国少将，宪兵指挥部参谋长冯毅少将，中山科学院院长张冠群中将。另外，国军退厨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树林，综合规划处处长冯义成，服务照顾处处长林夏富，救养养护处处长赵秋颖，就学就业处处长董龙全，就医保健处副处长黄宏基，另外内政部议政署署长林国衍，议政署征集组组长卓焕新，征选组组长苏进炯，权益组组长吴月秀。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列席的官员。那我们接下来请国防部冯部长就今天的主题做口头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今天很荣幸应邀到大院委员会报告国军募兵制实施现况之检讨及未来改良之计划规划。本人有机会应邀列席报告，深感荣幸。首先，请就各位委员对国防事务的关心与指导表达感佩之意。国军推动募兵工作，在101年行政院核定募兵制实施计划及展开执行验证阶段，迄今4年余，在行政院指导及各部会协力下，推展各项招募与留营的工作，实时改善国军与社会各职域竞争的竞才的条件，令大院于104年9月15日通过推动募兵制暂行条例，更建立军人相关权益与福利措施制度性的保障，营造青年从军及长留久任良好环境，有助稳定国军人力的来源。今天针对募兵制执行验证阶段有关志愿士兵人力成长及各项配套措施推动情形实施检讨与未来策进规划报告，请贵委员会不吝给予匡正与指导，以提升募兵制推动的成效，达成兵役制度转型之政策目标。本次报告专题相关内容接续由本部资源规划室室长陈正奇先生向各位委员做具体的报告与说明，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先进，感谢大院委员对国军推动募兵制的关心与指导，希望借今天的专案报告让各位委员了解募兵制执行期间招募与留营工作、人力成长与各项配套措施执行情形与未来精进做法。报告如后。前言：
因应国军新兵兵力陆续成军，参酌先进国家募兵转型的经验，行政院于101年核定募兵制实施计划，推动募兵制之政策，自101年执行验证迄今4年余，规划以逐年增加募兵、减少征兵之思维，提升志愿役人力。目前在相关法令及制度配套支持下，逐渐显现招募与留营的成效，并采目标管控与风险管理等作为，达成常备部队由志愿役人力担任之政策目标，以建构量势直进、战力强的国防劲旅。二、现况检讨一、现况招募与留营成效。在招募方面，101年及102年各招获志愿士兵11069元及10942元。103及104年在行政院指导及本部积极推动各项配套措施配合下，分别招获15024元及18550元，均超出年度计划目标。成效统计表请参阅。留营成效，101、102年志愿士兵留营率分别为47.2%及45.4%。103年在行政院调高志愿役勤务加级、地域加级。104年核发战斗部队加级留营慰助金及大幅改善部队生活设施等措施支持，留营率已提升至73.2%。统计表请参阅。二、志愿士兵人力成长情形，透过推动募兵制各项配套措施，并落实健全内部管理与改善服役环境等作为，使志愿士兵由101年28720元，占32.2%，起105年5月1日已提升至44572元，占70.7%，成长38.5%。志愿士兵人力稳定增加，成长情形统计表请参阅。三、逐年减少常备役役男征集，依兵役法规定，80年次以前出生役男需履行1年的兵役义务。本部结合志愿士兵人力成长，逐年减少征集82年次以前出生役男。104年征集58615元，为维续国军战力。105年持续征集23100元，已大幅减少35515元。四、役男转换军事训练成效。自102年1月起，83年次以后出生之役男改征集接受4个月常备军事役的军事训练，起104年已征训78994元，觉醒后储备为后备军人，平时接受教育召集训练，暂时迅速动员恢复战力。105年计划征集62246元，本部已成立南北训练中心，满足训练需求，强化役男基本军事能力。五、志愿役部队战力评鉴。因募兵制志愿部队逐步编成，自103年起，即循序加强化志愿役部队训练科目及建设标准。除落实基本体能训练，并增列进阶战斗训练、手榴弹实弹投掷、战术行军及机训对抗测考。起104年止，经验证24个基地完训部队，平均战力值均达合格标准，以具体提升部队战力。六、调增基层官兵待遇，为增加战斗及外地老部队服役诱因与提升官兵长留久用的意愿，行政院在103年调增志愿役勤务加级、地域加级及104年核发战斗部队加级及留营慰助金等4项待遇措施，均有助提升志愿役人力。第七，完备募兵配套法源。本部于102年10月制定推动募兵制暂行条例，于104年9月15日经大院审议通过，10月2日正式施行，同步配合自修订法令及军人福利条例等31种，有力维护军人权益，并建立制度性的保障，确保募兵制目标达成。八、提升官兵人力素质。为提升官兵素质与部队战力，在不影响战训任务前提下，鼓励官兵利用营区教学点及营外公余进修。103年副学士以上进修人数计6483元，104年7644元。未来将持续扩大任务繁重或不便公余进修的单位，与民间大学签订策略联盟，于营区内开设教学点。九、鼓励技职证照培训。为培育养官兵专业技能，于具备合格军事专长与执行战备任务能力后，由陆军专科学校、海军技术学校、空军航空技术学院、陆军后勤训练中心及陆军工兵训练中心等校院开设各类证照班队。104年培训2812元，另于劳动部辅导会及其他民间证照班队培训3316元，合计6128元，获得各类国家级证照。十、改善官兵服役环境。为落实官兵生活照顾，满足住用需求，本部于104年运用行政院增付预算22.5亿元，执行396案营区整修工程。105年规划运用57亿元，执行435万老旧营舍的整建、生活设施整修工程，以优化官兵生活品质。十一、扩大整新植物宿舍。
为提升植物宿舍之止雨量，本部办理社区公共设施修缮工程，经整修后，其经105年列管6431户，增加367户，现住5655户，提供官兵住用需求，对募兵工作推动及增加招募诱因鲜有注意。十二，落实退钱辅导措施。104年办理退钱执行管理班，计3班次174元，辅导借退官兵参加辅导会及劳动部各职业训练班次，计1123元，以辅导考取专业证照，并配合辅导会各地方荣民服务处办理各类型就业服务活动，计91场次，参加侦察官兵计1998元。十三，持续办理转任考试。为使募兵制相关出入辅导措施更臻完备，考试院于105年4月1日修正特种考试退出于军人转任公务人员考试规则，放宽服役10年以上准荣民或因战功伤残残肢现役军人可参加退出役特考，扩大志愿官兵参加转任公务人员考试的机会，有效运用军中人力的资源。二、检讨。一、持续提升志愿役人力。以募兵制实施计划，志愿役人力以国军编制员额95%目标，推估今年度整体志愿役人力目标80%，志愿役士兵目标84%，为目前仍以陆军、海军陆战队、陆战旅及后勤部队等部分单位的志愿役人力待提升，将持续强化招募与留营工作，增加志愿役人力，组建可视后备部队战力。因应兵役制度转型及社会少子化影响，后备军人编管职与量均产生变化。统计退伍后8年，编管人数由102年底的104万余人递减至104年底的93万余人，减幅达10%。另接受4个月常备兵役军事训练役男，自102年起开始施训，并逐年增加。统计至112年，列管8年内约70余万人。为区等欠缺组合训练、基地演训及部队实务，影响后备战力。后备部队战力组建，核发战斗部队加急，为加速补充战斗部队等艰苦单位资源与人力，并建立区隔性诱因，采逐次分阶段调整加急核发对象及数额。统计起105年5月1日止，支领战斗部队加急单位志愿士兵编线由48.3%提升至70.5%，增加22.3个百分点。另化学兵、工兵、通信兵等部队志愿役人力仍待提升，考量联合兵种旅作战形态及因应灾害防救兵力需求，规划将前述部队纳入战斗部队之加急支给对象，以增加服役诱因，提升志愿人力。四、健全部队内部管理。国军官兵平时陆立于战备准备工作，并严格训练以精进军事专长与作战技能。为少数官兵未遵守军纪营规，造成违纪犯法案件，遭媒体报章杂志披露，严重影响军心士气，直接冲击募兵制工作推动，影响各项招募与留营目标之达成。配套法令自修订作业。推动募兵战役条例正式施行后，配套法案研修迄今已完成，即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等26种法规研修作业，尚在研拟中，即国防法等5案。另军事教育条例、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志愿士兵服役条例及军人及其家属优待条例等已呈报大院审议中，建群于本会期三读通过，已完备配套法源基础。未来策进做法。一、提升国军尊严及塑建优质形象。国军持续从事战备训练，为国家安全建构坚实的屏障。由于灾害防救已列为国军中心任务之一，将主动及时执行灾害救援工作，展现平时能救灾、战时能作战的效能，争取国人支持与认同，建立青年成为社会尊重的对象。另本部耿续制播国军形象广告、微电影，并透过脸书及网络等多元措施，塑建国军优质形象，以灵活多元的方式主动行销国军，吸引优秀青年从军。二、全面强化部队训练。因募兵制推动，国军部队兵员结构已渐次由志愿役人力担任。本部明定今年为志愿役部队训练年，全面强化部队驻基地训练及三军联合作战训练等测考，以充实官兵专业职能。另外，提升志愿士兵军事专业能力，图检讨规划一专多能，并落实战斗射击、战斗体适能、综合格斗等实战化训练项目，坚实基本战力，稳固志愿役部队训练成效。三、强化招募留营作为，主动调控人力分发机制，优先补充战斗部队人力，遂行战演训任务，并落实士官士兵工作并依个人状况提供生涯规划的建议，鼓励士兵转服，另持恒推动招募工作，并配合健全内部管理，落实改善服役环境及完备军眷照护等措施，强化留营辅导作为。四、精实后备部队战力。因4个月常备兵役军事训练人员
那边后备部队比例逐年增加，将严厉调整教招政策，提升教招训练强度，并配合年度重大演习参与演练，以增加战备演训实务经验及提升战场应处能力，并积极推动后备军人志愿短期入营服役政策，逐步组建志愿役后备部队，确保后备战力不坠。五、持续提升官兵素质。本部耿须于今年鼓励官兵透过工时、全时或工余进修，培养专业知识，增加个人学养，并针对外离岛偏远地区及不便工余进修的单位，持续与辖区内大专院校策略联盟办理学位学程教学点，逐次扩大工余进修的规模，提升整体官兵人力的素质。六、经济内部管理作为。为使现役官兵以军职为志业，提升留营意愿，并借由激励管理权益及简化等面向，以激励有效管理及维护权益的作为，培养基层团队的向心，并借整体服役环境的改善，稳固基层人力发展基石。七、积极整新建职务宿舍。本部已规划105年至109年耿续运用营改基金整修职务宿舍1314户，预计109年前将达到89村7745户。另奉行政核定于109年底前，在北中南地区完成400户职务宿舍的新建，实质提升照顾官兵眷属之居住品质，已逐步达成军人安家政策。八、检讨调增资给、加给资给对象。考量化学兵、工兵、通讯兵等部队执行任务与战斗部队相当，为留用优质人力，已规划列为第二阶段战斗部队加给发放的对象。另外，照顾澎湖地区官兵权益，除建议行政院参照公教人员澎湖地域加给月资标准修条外，并同步调高金门、马祖、东引地区地域加给，以强化招募与留用诱因。四、结语。募兵制为国政府国防重要施政，本部除陆力战训本务工作外，将积极维护与提升军人尊严，未来将耿续推动待遇、尊严、出路等相关措施，积极招募优秀青年从军报国，并留用已具合格战训专长之志愿人力，发挥募兵制提升国军战力、合理运用力及降低社会成本的政策效益，顺利达成兵制转型的目标。报告完毕，恭请指导。好，谢谢。我们另外退伍会议政署有书面报告，请参酌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询答。照往例，本委员会是委员10+2分钟，非本会的委员是8+2分钟。我们10:30截止发言登记。我们现在请第一位登记发言的罗志正委员发言。主席，可不可以请部长还有我们陈司长，部长跟陈司长。委员早。部长早。部长，募兵的推动事实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也应该慢慢去检讨它的问题困难之所在。是的，所以我们本来是期待这个报告能够好好的检讨目前的困难，可是目前从我们的这个报告看起来好像一片都很好，好像问题不多，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避重就轻方式，对我们真正要去精实募兵方案帮助不大。事实上，我们委员已经在联署了，要想办法向行政院争取一些战斗加级、地域加级等等给你们了。是的，可是这一块你们好像没有特别去强调，好，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今天的目的是要找到问题，而且我们知道问题是过去留下来的，我们要去面对这个问题。部长，事实上募兵不是目的，募兵是要反映我们建军的需求，所以募兵是下游的东西了。是，可是您的报告里面，您的那，您作为部长这个层级，该去强调、该去点出的大方向部分，我希望用口头的方式来向你请教，因为那一块是指导整个募兵方向的。是的，部长，我们下一次的4年期的国防总检讨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来？4个月以后。我想应该是4个月以后。四个月以后嘛，已经在规划，对不对？是的。目前进度不会延宕哈？不会，不会嘛哈？是。所以，我们 QDR 里面一定会反映到底我们的国防战略如何，军事战略，10年的建军的构想，这一系列都要有的嘛。是的。然后才会有募兵的未来的做法、人力的需求等等才会出来，对不对？是。部长，你可以告诉我们，当然报告还没定稿了哈。我们新的政府跟上一任政府，我们在国防战略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凸显的地方？建构可视战略。
我们最大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有要成立啊这个制电站的第四军，因为表示我们新的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块。这个制电站呢，从这个1982年这个以色列对于这个贝卡山谷，对于叙利亚这个所有的飞弹的用干扰机无人机去做了这些作战的成果以后，一直延伸到现在，我觉得这一块是我们也就是所谓第四军种嘛，对，第四军种非常重要。可是上次你在答询的时候好像把责任丢到别的部会去了。我不是丢到别的部会，因为我们在研讨的时候啊，行政院也有些部会他们对这很有兴趣，对，但是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既然叫军种，当然是放在国防部啊，对不对？是的。怎么可能会请到这个别的什么科技部啦、行政院去？当然是国防部嘛，对不对？我想那是我的口。好，除了制电作战之外，整个大的战略上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战略上啊，我们想，要在既有的基础上面呢、啊，要做不对称的这种攻击的能力要增强。是防卫还是核主的部分？是核主的部分。核主的部分，好。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想请教部长，永固案要不要继续推？永固案目前呢、啊，我们要等这个今年8月份呢，把所有的这个兵员的这个需求量，比如说要不要征兵等等的算出来以后，我们没有部长那个次序错了，应该先有你的战略，才知道我们人力需求，然后永固案要不要推，才有后面募兵的需求嘛。是我们现在没有在推这个。但是之前国防部做检讨是要推永固案，是因为在委员会里面当时有所谓军系立委反对，所以把它冻结，而冻结是希望国防部提出专案报告之后就可以解冻，对不对？是的。部长，你知道这个来源来龙去脉哈？我们想想不想提出专案报告来解冻，来推动永固案？我假如敌情威胁改变了，我们对于兵力的需求，我们会来是否推动这个永固案？所以目前还没有结论。目前还没有。部长，好好检讨一下哈。是，因为永固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会涉及到未来我们募兵的一个需求的人力，对不对？对的。如果你人力要减少到17万或20万之内，你的募兵就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嘛。对的。那如果反过来讲，永固案就是不推了，那我们这个压力就很大了。是。所以永固案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决定要不要存续？我想应该是在今年年底啊。我们应该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出来，所以 QDR 先，然后再决定永固案要不要存续。是的，是不是？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一块好好把它厘清，才会有后续到底我们要募兵多少人，然后什么做法能不能达到目标。好，部长，我们把那个次序先厘清一下。谢谢委员指导。好，因为它涉及到整个未来组织还有人力金石的一个部分。是的。不然请教一下哈，现况检讨的部分，我想请教师长哈。是。我们目前招募这个志愿役的士兵、官兵也好，最大的困难在哪里？钱不够，还是这个武器获得不足，还是我们台湾人口结构的一个改变？我想刚才委员指导的事项，这些因素都存在。最大的困难在哪里？事实上，我跟委员报告，目前国家的所谓人力青壮人力这个部分是去朝少子化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个内政部的相关统计数据已经很明显的预判到120年左右，没有错嘛。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为什么推动募兵制转型？这也是在这样一个所谓人口的这个所谓这个需求的好转到哪去？转型转到哪去？转到募兵制的这个方向。对呀、啊，可是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台湾的人口结构是少子化在发展，没错，连学校都找不到学生了。是，那我们募兵不是压力更大吗？我想依据我们过去所谓招募不管是志愿役、军官士兵的这个数据来说，基本上我们还有一定基础量的一个招募量，所以我基本上来说，募兵制在目前105年。这样一个招募的这个目标的规划之下，我想我们很有机会把这个兵制做一个顺势的转型。那事实上请问一下，你的报告里面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希望达到募兵达到所谓编制员额的90%嘛，对不对？是，计划是这么说。那今年大概是达不成了嘛？今年我们刚才在报告里面讲，我们志愿士兵的边线应该可以达到84%到。对了，但是就是没有达到90%，就达不成嘛，差一点点。对，而且是士兵大概80%多，然后官可能不到嘛，对不对？我总体的部分是80%到81%，所以今年是达不到目标90%的目标了。我想委员，我们如果说从量的观点来看，当然，但是量这是你的指标，你们自己提的指标啊。我还在讲，我刚才在
如果委员很仔细看，我们在所谓志愿部队组建跟战力提升的这个部分，我想它成效是。市长，我还是问同样的问题哈，你志愿役达不到目标，那义务役的部分八十二年次以前的，到底定案了没有？不要说啊，还在评估八十二年次以前的，今年底之前还是服务义务役嘛，对不对？是，明年会不会再延？我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做任何一个重大的决策，基本上要有数据的一个，一定是可以推估的了。是我们推估的结果，你不能等到今年年底最后一天才跟我讲说不行，八十年是还要再延一年。鲍委员，我跟您报告哈，我们每一年八个梯次的志愿士兵的这个选募哈，四五六梯是我们的主力梯次，所以我们第四梯次、第五梯次基本上在通信报名跟所谓资审合格的人数都远远超过目标。好，那你可以告诉我，最晚你们自己的推估或过去的经验，最晚什么时候可以确定八十年次以前的到底还不要再等下去，还是以后就改服四个月军事训练？我想部长也有指导，我们大概预计在七月中下旬就会有一个定论。好，全民都在等待这个决定，千万不要拖到八月、九月、十月，有些人该出国有要干嘛的，你要把它延误了嘛，对不对？了解。所以最晚七月底之前能够确定到底八十年次以前的要不要等待服一个一年多的这个义务役，对不对？是。先谢谢部长啊，前几天我质询的时候，你答应要开放这个营区，要增加几场啊，你很快很有效率就答应两场，所以我对你非常感谢哈、啊。也刚才提到了，部长只是在七月底之前就要确定八十年次以前到底要不要再延役一年嘛，对不对？是的。好，那么等到那个时间。我们来做最后的一个讨论哈，我们要做现况检讨，我们希望部里面能够真的好好做数字的管理、数据的管理。现在大家都在做大数据，因为从里面可以得到一些资讯，而这些资讯本身会带来一些我们在政策调整跟做法上的改进。可是我每次要国防部资料的时候，我是蛮诧异的，你们很认真，然后拼死拼活，然后半夜赶出来给我。可是我本来都假定你们这些资料都应该有的。因为这些数字啊，对你们未来规划募兵会有很大的帮助。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从网络上随便抓，这个吴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到底募兵制募来的对象是谁？结果数字告诉我们，将近九成八都是高中职以下学历为主。这个数字对还是错？错误的。那正确是什么？告诉我。正确的数据哈，从起目前为止，我们平均来讲。80%是高中职，对，但是专科大学到研究所的有占20%。好，很好，所以我就是要你们提供这样的数字嘛，所以你们是有的啊，那为什么不给我呢？这个数据我们应该有提供啊，这个数字没有。哦，没有，那很抱歉，我们我有要哦。是鲍委员，抱歉，这是我们联谊的业管。市长，你本来说要给我的，今天早上给我还没有。鲍委员，我已经在这边了，因为刚才来了以后，对不起，我向您道歉，我们准备。为什么这个数字我告诉你？是。当我们有八成，以你的数字，八成都是高中职的时候，如果部队能够提供他们进修的管道，等他当完兵之后能够达到副学士甚至学士的时候，他当然愿意当兵啊。是，所以我们今天的报告里面有特别强调，怎么样落实公益进修跟教学点。所以数字管理很重要，虽然不到九成八那么夸张了，但八成是高中职，代表说如果我们部队里面提供让他升学的诱因，得到学位的诱因，也许可以又赚钱。又可以达到毕业之后，然后这个退伍之后可以得到一个副学士和学士的话，他就多了一个原因嘛，部长对不对？是的，谢谢委员指导，我们也在往这个方向去做。那我们现在问了，我们在部队里面提供这样的一个就学进修的管道到底够不够的问题嘛？我只要问个问题就好，你们告诉我，现在每年人士大概六七千人都可以得到进修机会嘛？占不？欢迎那个向您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啊，我们现在目前的学位进修的部分呢、啊，每年大概有现在7600，那这里面军官是2900多，士官兵因为士官跟士兵兵这些士官也都是因为士兵上来，大概就4600多个人。这个数字很好，我再问一个数字，是战斗部队呢，也没有这个数字了吧？不，学校单位、机关单位进修当然机会多啊，是战斗部队因为演训、因为下基地的时间。鲍委员，这个地方也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战斗部队里，我们开了这个总共有28个教学点，让这个战斗部队的这个士官兵啊，也有机会啊来参加我们的。比例，我说要了解那个比例是，相较于机关啦、学校啦或其他单位、后勤单位，是我们战斗部队，我们的军官兵进修的机会多不多？比例多不多？
包委员再跟您报告一个数字，我们每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志愿士兵原则上我们是以取得证照为主，每年我们志愿士兵大概有2400个人呢可以获得证照，而且我们也都做补助，对，包含我们的这个专科学校，也包含外面的执训中心，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是非常努力在做的，而且有相当成效。那个部长，我只需要提醒一点，这些数字会让我们看到问题的所在。是的，从他们的志愿，对不起，主席再给我一分钟哈，我们从数字里面看到他的学历。相对来讲，高中职以下，他的收入所得很多是中低收入户，不是中低下阶层。是的，他的来源，你看原住民比例将近这个90%，没有没有这么多啊，1000人里面，原住民大概29%，没那么高，没那么高吗？没那么高，我们当然原住民大概是6%多。不是，我现在不讲的比例，我想我们平均1000人里面有多少人是原住民去当兵？1000个原住民里面有多少去当兵的啦？哎，好，你们把数字给我。是，啊，这网络上的资料啊，我觉得可能是有问题，所以问你们啦、啊，要补强啊。还有什么来源地区，花莲的比例、台东比例、屏东比例、金门、澎湖的比例，你们把数字给我们讲清楚。因为我们知道问题数据在哪里之后，才能够解决那问题所在。如果他今天是因为学历，我们给他学历的诱因；如果是经济，我们给经济诱因；如果是什么是区域的话，那可能我们给区域方面的这种所谓这个下部队的机会的不同，区域的不同，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解决。是，包括我们几个委员已经在联署啊，在加急的部分啊，哈。所以部长，我们一起来努力，因为一定要改良的方案，因为现在不是没问题的，是有很多问题，找到问题，我们来一起来改良，好吧？是，感谢所有支持的委员，谢谢，谢谢主席。好，下一位，请陈廷飞委员咨询。谢谢主席，请部长冯部长。冯部长，请备询。委员早。部长早。我们今天应该是针对募兵制的实施现况的检讨与未来改良的规划嘛？是。那我也必须说，其实今天这个报告真的看不到检讨。我们要有检讨，才有改良嘛？是的。没有检讨怎么改良？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五一十所有的状况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检视，我相信我们没有办法针对问题来做一个好好的处理。是，我有提出几项，这也是监察院当时候的报告。监察院他在101年12月24号很清楚说，募兵的政策推动进度不如预期，这个大概现在大家都清楚，从103年延到105年，到目前我相信也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当时候预期的状况。再来，102年8月19号，这也是监察院的报告，目前正在推动的募兵制对于今后基层连队依预官人力补充的问题有何具体的因应政策，这个部分我们在报告里面也看不到，这都是监察院当时所提出来的。是的。那么再来是102年12月19号，监察院也提出说，国防部推动实施募兵制，其规划与执行工作如何，认为需要深入了解的必要的调查报告。所以连监察院对于我们的募兵制都有很多的疑问。是。所以他绝对不像我们今天的报告里面所写的是那么的美轮美奂，我们看不到所谓的检讨。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在我们的监察院也提出过，国防部我们在国军自愿役退伍官兵的就业安置成效，还有他的检讨专案调查研究报告，也就是说衔接的问题。是的。我们的募兵进来之后，未来怎么跟我们未来的就业市场去结合，这也是在募兵制当中一个很大的诱因，可是我们在今天报告里面也看不到。没有，有在辅导会有。还有104年5月21号，志愿士兵招募及留营成效未尽理想，志愿役人力递减，影响国军接战及救灾部队与武器装备、兵力准备等情案的调查报告。再来，我们看到就是今天。在今天在前面几项我们看不到我们的一个检讨机制，
报告委员，我们从您播放的这个101年开始到现在104年的这个中间5项中间呢，4项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有改进的。再加上啊，去年到今年我们募兵的状况比以前要好，所以我们这一点呢，可能没有加强把它叙述是我们的疏失。部长，我为什么会提出监察院这几项报告？而且从101、102到104，每一年都有一份的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是的，而且内容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深入来了解募兵制的整个所谓的募兵过程，甚至影响，包括在未来跟社会的一个层面，包括他如何跟社会就业来接轨的部分。所以你如果反归到我们的数字里面，其实我们看到104年度我们预算编列的人数是14,584人，我们105年度是149,108人，我们原本预估是105年度就要达到我们的募兵的目标，我们募兵的目标是176,400人，是以我们的人数的90%来计算，我们有190,000，我们预计我们所有的不论是义务役或自愿役，我们所种种加起来，我们希望现在目前有在营中的总共是190,000，我们希望以90%来计算是176,400人。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要达到目标，要达到176,400人，请问还要多久？我来跟他报告。委员好，我支援室室长跟您报告。委员关切的这些问题啊，事实上我可以老实的跟您报告，101年、102年，我们的确我们在招募的目标上没有达成，我想委员都有相关的数据。但是103年15,024元跟去年的18,550元，这个是大远远超出我们目标，所以也缩短了这个压缩了我们这个所谓达到这个目标的人数。当然，如果依募兵制实施计划196,000人的这个军事编制的员额乘上90%是176,400人，没有错。那么我们刚才报告，我跟罗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今年年底我们预判志愿士兵的人数可以达到84%到85%，也就是说距离90%不远了。那至于整体的编线来讲的话，我们大概80%到81%。你105年度你们编列是149,108人的编列人数，好，可以超出这里，超出多少？超出多少啊？因为报委员，你不能只是说我会到达80%。我现在问你，105年度你编列的预算是149,108人，是好，你预计超出多少？报委员，因为现在5月1号，我们4、5、6、7、8梯次的这个志愿士兵的这个还没有入营，所以我们在预估上来讲会超过15万人，会超过15万人，超过15万人，15万人到哪里？不是，就是说您刚才讲15万9千还是15万1千？大概这差距很大，15万1千2千左右，对，1千2千左右。对，但是我们的目标值是多少？您刚才这边写的很清楚，176,400。对啊，那你们当时候定的目标值是105年，是不是？是。105年要176,400，然后你现在105年勉勉强强。到今年年底会到15万1千至2千人，可是离17万6千4百人还有一段数字啊。鲍委员，如果说当然这个数字是一个数据了，我们必须要尊重哈。但是就是说以战力维系国家国防安全来说，我认为我们是可以绝对可以。所以当时候的目标定得太高，你这样的意思是如此吗？因为当初规划有一个规划目标，的确是这样。但是我并不是说规划目标是谁规划的？没有，那是我们提出不是你们国防部内部所提出的数据吗？是，你们以90%计算，没错。那90%计算不是说就是目前在各方的兵力还有整个状况之下，可以暂时可以应付人数的一个比例吗？不是就是90%你们所计算出来的吗？是。所以你现在认为80%就够了？我没有说80%就够，我们希望到90%，但是现在已经到80%。你不能说你今天没有到达目标，然后自己又把它降下来说我们目前还可以维持。不是，我跟你干嘛我们并没有定到17万6千4百人。是，
那当然，如果委员用这个数据来质疑的话，我们必须。我没有质疑你，我没有质疑你，我们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到达。嗯。有检讨才有改良。是是是。是不是？所以我们强化招募。你今天这样子这么完整的一份报告里面，完全没有写到你的检讨，然后刚刚所讲的也说，哎，我们目前还可以应付。那请问你为什么要定176400人？所以刚才在我们的检讨里面，第一个就是持续加强这个招募跟留营的措施。另外，比方说像刚才罗委员关切的，希望那能怎么去做到改良、跟改变、跟增加招募？我想哈，现在刚才我们所提出来这么多的待遇、尊严、出路的配套措施哈，都是朝向我不要再知识化的说法。我问你，今天招募进来的年轻人，你要给他有一个期待嘛？是不是？就是说，他进到我们这个志愿役体系之后，我们是不是给他更多的职能训练跟专业训练？没错。有没有？有有有。你们怎么去做这样子的加强？我刚才的报告里面哈，我们对于志愿士兵所谓一专多能的设计，在军令部门是已经非常明确，已经在执行了。比方说，一个步枪兵，他不是只会射击步枪，他要会他的班里面的所谓多人操作武器，或者是其他。请问这可以跟未来如果说没有，这是军事专业。他退役之后，退役之后可以跟社会接轨吗？没有，那是出路的部分。是不是？这是专业的部分。我们在讲的是除了职能训练，还有专业训练这两。这两个部分，你怎么把它能够 match 在一起？是，也就是说，在我担任志愿役的期间，我有充分的专业训练，还有职能性训练。是，未来我除了社会，我如果退役之后，我可以去衔接。你要去增加是这一块，这样子他才能够有信心。我进入到志愿役这个行列之后，我不会与社会脱轨，然后我如果退役之后，我没有办法有任何工作。鲍委员，那个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去做的，而不是你们现在。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国防部的本位主义太重了。鲍委员，刚才我们也特别在报告过，鲍委员，我们非常重视志愿役士官兵的这个在职进修，所以目前呢，在学位进修的部分，志愿役的士兵跟士官就将近有4600多个人。那另外呢，我们针对志愿役的士兵呢，我们希望士兵以获取证，因为获取证照的速度最快，也能够将来退伍以后啊，跟民间做接轨。平均我们每年志愿役士兵要接受证照训练就将近2400人，就是刚才委员所提的，我们希望他们的这个整个一个证照训练2400人。那请问我们有多少我们的志愿役？你这个比例会不会太低了？我们现在4万多人，现在目前4年下来就将近有10000人已经获得这个各项的证照，将近有1/4以上。那将来这些士兵升了士官之外，刚刚跟委员报告，那这个证照是可以跟社会接轨的吗？可以，有67项职类，包含我们各技训中心，还有包含我们的专科学校、航技中心都有。我们可以把详细资料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其实我们要的是你怎么去行销，让所有的年轻人知道说，基本上他进入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国防部的体系之后，我们未来即使退役之后，我们不会跟社会去脱轨，甚至我们如果要转接职场的话，我们是可以衔接上的，这才有诱因啊。现在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哎，薪资是一个问题，然后加急是一个问题，这确实我们要有诱因，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你如何给他更多的一个职场训练，也就是未来的衔接，让他们会觉得说进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不会为未来的出路担忧。 我相信这才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啊。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在出路这块设计，我刚才报告我们跟劳动部跟退辅会的职业训练中心，每一年在戒退官兵的所谓媒合，还有他所谓职涯諮商性向各方面，都做了非常完整的一个服务，所以让他能够步入社会可以接轨。我们要数字。有数字。我们要数字。是，马上给您数字。不是给我，你给我数字干嘛？因为表示我们有在做这件事。你要给的是所有，你要去让大家知道募兵制，你要去招募我们的志愿役进到我们这个体系来，你要让大家知道，让他们未来没有担忧，让他们知道说他们的退役之后，他们每一条路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可以任何一个机会都可以去衔接上的，这才有用啊。你不是给我，
我们有在做，而是给所有想要进到这一个职场里面或是我们国防体系的人，他可以去了解的。了解，好，谢谢，谢谢委员，我们会改进。下一位，请刘世芳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想请部长好吗？谢谢部长。部长备询。委员早。是，早，部长您辛苦哈。今天的专案报告，我觉得我不愿意请这个司长啊，或是其他的次长级以下的来，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做政策上面的一个检讨。为什么呢？根据我们的国防法第31条，平均每4年的时候，其实要做一次总检讨。那为什么每4年呢？部长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每4年，不是5年，不是3年？主要的原因在哪里？这个没，我没有请其他人上来，先不要，因为我觉得这是政策上，因为现在冯部长贵为部长啊，现在有很多政策性的部分，我是想要请教部长，请。报委员，这件事情啊，在10几年前我们在国防部的时候，因为美国人先有这个4年期的国防总检讨，所以我们是跟着美国的制度。我不是跟他的制度，我觉得我们检讨以后有必要要做这样的这个延伸。那以台湾的说法，部长，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说法：每4年一次总统选举，是懂吗？懂。为什么您刚有提到？在国防法里面31条，几乎在我们每次总统选举过后的半年内或者10个月内，你必须要提出一次的国防总检讨。是的，这个国防总检讨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今天要讨论有关募兵制啊等等，甚至外面有人觉得说要回到原来的征兵制。我只是要问一下，您有听过打桩编训这4个字吗？是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以目前的状态，我们要打什么战争？目前的状态，我们需要打什么战争？我们需要打的是防卫固守，防卫跟固守的战争。对，那在过去的八有效吓阻是，那在过去的8年内呢，也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防卫固守有效的吓阻，所以才会出现精粹案或者是永固案这几种跟募兵相关的部分嘛。但是我想要请部长来商量一下，第一个。在我的资料里面呢，国军总兵力的规模现在大约是21.5万人嘛。好，这个没有太差了，因为我把正确数字讲出来，你们又说这样泄密哈，我就把它约略。那现在呢，过去这几次我们的这个质询当中，你有提到我们可能未来的3军会增加一个资通电军，资通电军不管是行政院或者是国安会或是科技部其他的单位来主导。最后成军的规模跟人力跟兵力大致上也是会放在我们的国防部嘛。是的。好，那您心中有没有底？如果我们要成立这样子，我认为呢，未来啊，我们的这些兵员不管是军事官不是重量。如果我们今天在讲募兵制，只是在讲说你看看你少募了这个3万人，少募了5万人，少募了2000人，这样对我们的固守也好，对我们的防卫也好，真的有帮助吗？我怀疑。所以是不是在质的提升上面，我们已经开始在做检讨跟转变，包括说我们有国防自主产业的部分，好，这个可能要慢慢的渐进式的方式，不要是全部用采购的方式，好。那所以呢，我要问一下，在国军各种军种的人数比例里面，陆军大约是9万到10万。海军大约是3万到4万，空军大概2万到3万，其他大概2万到3万。您觉得现在这样子的军种的这个比例的规模，合乎您刚刚讲的打什么战争现在的规模吗？报告委员，我们在今年呢、年底以前，我们会把我们的军事战略把它检讨出来。检讨出来以后，对于各军种到底配置多少什么样的武器，需要这个外购自制多少武器，跟我们多少兵员，我们都会有一个精确的这个报告出来。我想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在到年底之前啊，我们不得不维持现在的现状嘛。是的。可是在维持现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必须要改进，就是我刚所提的，如果我们必须要成军的资通电军的话，在你的想象或是我们其他的参谋有没有告诉你，我们必须要有多少兵员？
在规划中间呢，是大约有6000人，6000人左右，大约是这样。那么我这一次到了我们各个作战单位啊，去试导，那我发现我们都有各军种都有这个制电站的这个能力，是，我想正是我们要把它整合，所以部里头会整合这3种不同的军种里面的制电站的这些人力嘛，作为基础，作为基础。那放在我们国防部的本部的话，是会是哪一个单位来主管？假如有关兵员的部分，这个战略的部分我们先不提，是放在哪个单位？应该是也是放在资源司吗？还是战规司？这个制电的这个部分呢，应该放在这个制电部里面。制电部，我们现在有制电部吗？通讯，通讯电子参谋是吗？对。好，那胡中将请上来。胡中将，你已经被点名了。是。来，请教一下，现在在我们各个军种现有的，我们的兵力大概是多少？鲍委员，我想大概。大约你们每次都会说这是大约命令，2天以后报纸上都出来了，那你不是在糊弄立法委员？现阶段约有2000两千多人，是现阶段约2000多人，够不够？我们已经在做停，我是说够不够，我不是说你们已经在做什么事，够不够？不够，不够，不够。为什么不够？你的判断或你的评估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不够？第一个，我们是依据敌情的威胁。第二个，依据我们的作战需求，所以说部长一上任就叫我们做这方面精做的精确的指导。如果2000不够的话，6000够不够？2万够不够？未来大概要征募到的这个兵员大概会是多少人左右？跟委员报告一下。需要资源的资源师来帮忙吗？我们需要战规司来帮忙吗？我们跟战规司已经开过2次会议，从部长以后我们已经开过2次会议。是。那我们现阶段第一个，除了人员量以外，我们现在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如何能够得到高素质的人力。所以说我们在人力的培养跟人力的评估也都在同步执行。那是第二阶段，但是你总是要告诉我，现在就够了。你刚刚说不够啊？我们现在就在做，不是我们现在就在做。是。也就是说，制电站的成军啊。几乎都不可能是高中职以下的学经历嘛，好，几乎都要高中职以上嘛，我是说大略上了哈。那高中以下，像我们高雄有一位国中生，他在网络上就得到他已经是100万的 CEO， 那个也可以变为我们的可以招募的对象了，那是特例。但是我要跟你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成军，假设了，假设你们现在是以现在的2倍或者是5倍，我用这个6000或者1万，哈，这是我的评估，这个没有任何其他的标准来招收，你就少了8000人啊，你要去哪里找？所以这就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从上次委员给我们指导以后，我们一直在跟委员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要做一个人员来源素质提升的一个管道。他有了这个供应链以后，我们依据我们的逐步提升。不是，这个是你们在内部的属于参谋层次。你现在要对外招募，说我们要成立这个所谓的网军呐、啊，一定很多人会有兴趣嘛。我们上次在讨论的时候，有人提到说网军的年龄可以不要受限制，没有网军的性别不要受限制，网军的学经历不要受限制，只要他有那个能力就可以嘛。是。那所以这样的招募的方式，是不是跟我们传统的陆海空军在招募要有体力，好，然后你要跑3000公尺、跑4000公尺，还要50岁以上还要做什么训练等等，这完全不一样。请问你们考虑到这样子的募兵的方法了吗？谢谢委员指导，我们真的有在做这方面，真的有在做。是，那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呢？因为大家都急着想要知道说，如果我们要成立网军，你不能只是蔡总统的一句话成立网军，然后3年以后都没有见到人影啊。所以说跟委员报告，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所以我刚才一直要强调，就是人员素质的培养的部分。为什么呢？我所谓人员素质培养，就是说我们不能固定定他一个学历或者一个某些状况。我刚提到了，我们都知道他有他的特殊的这个专业的学能嘛，哈。那现在他的设备方面呢，你不能一个人配备一个手机或者配备个电脑，不是这样子，没有那么简单嘛，哈。那怎么样规划？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我们现阶段才。前天我们才刚开完会，才跟我们的人事室也做了相关规划。第一个，我们先针对我们两个重点的学校去设置了相关的科系。哪两个重点学校？理工学院跟管理学院。中将，我跟你讲一下哈，是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现在在台湾哈，高学历就是高失业率，
有没有人因为他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继续去念硕士或念这个博士？还有人也许是中途就不想离开，就想离开，想去找工作。是这些人，也许也是我们的招募对象。所以说，千万不要找所谓的重点学校，譬如说我一定要跟台大合作，是一定要跟交大合作、清大，不是这个样子。真的是网军各路都有，他很多的知识，不是说只有懂电脑、学能等等这一些。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在集思广益，看看别的成功的国家做了什么事，是好吗？好，谢谢。谢委员长，你两位请回。那部长，我再请教您一下，我刚有特别提到精粹案跟永固案。是马英九总统里面所规定，当然你们也用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发布，没有经过立法院。那精粹案跟永固案，现在永固案你要追随他吗？这个就是我所说的马归要蔡随吗？报告委员，我们已经讲过了，当我们的军事战略在今年年底以前检讨出来以后，我们会有新的做法。有新的做法？是哪一些新的做法？不一定要跟着永固案走。不一定要跟着永固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可能是种植，然后重量，或者是种植不重量，重量不种植。我们会依据这个作战的需求啊，种植也要重量，既种植也要重量是吗？是。对，因为我要跟讲了，就是很多人会在乎，就是说不管他是怎样的服役，希望给他比较多的福利。可是如果你没有给他们希望，说他们在保家卫国的时候呢，除了跟外面的公教人员有一样的标准以外，我们要告诉他这是个希望，而不是说高高兴兴的来，怀着一颗热诚的心，结果都冷冷冰冰的就退掉了。还有人送到西点军校，回来到北投军医院说他是精神有疾病有问题，然后出去外面再招揽保险。 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退场机制？我要建议部长，甚至连退场的机制啊，我们也要考量在内。是的，让他知道说这个呢，国军呢可能是一个工作，但是也不能当成一般的约聘雇，我们也不能当成临时工。是的，好吗？好。那另外今年我们的总统啊，在4月15号到国防部听简报，当时您可能也是陪伴的哈，他也特别提到，就是指示林权院长了，要研究有关于化学工兵跟通讯兵科的战斗加急的部分。这个部分是不是部长啊？司长您还是上来了啊？您这个护主心切，好，您来说一下。我先回答，然后不足的部分司长再回答。好，请说。好，来。刚刚罗委员呢，在咨询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希望，他说我们的委员已经在联署，希望争取这一些刚刚您提到的兵种的这个加急。我个人觉得非常感谢。对，因为你们的国防部的同仁告诉我们说，人事行政总处不甩你们，所以要我们帮忙，我们会帮忙。是的，谢谢。委员，我很想给你拍拍手。我们在质询的场合里面，不要这样子哈，还是严肃一点。来，资源司的陈司长，你要补充吗？是，我想这个蔡总统有在在吏部做这个所谓听检报的时候，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意见表示。那我想我刚才看的那个决议那个提案哈，那么基本上在国家财力可行的范围之内，应该要给这一群自愿到部队来保卫国家的年轻人有一个待遇上的一个合理上的一个调整。对，司长，我要跟你提到，就是说刚有提到募兵制啊，只是为了募很多兵进来，什么都不做，或是做的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不如呢在质量上，在值上面提升的话，把它移到我们的战斗加急。其实这样子的裁员呢，就会符合林权部长所说的他的这个裁员的依据的方向，是部队以战斗为主。 好，谢谢部长。好，谢谢司长。谢谢委员。好，我们现在请江启臣委员。好，谢谢主席，请主席邀请冯部长。来，部长请。委员早。部长好。这个这个礼拜是第二次来立法院了哈，我相信你会越来越熟悉啦。那不过国防的业务非常的多啊，你们是几个部位当中预算最多的啊，所以难免啊，你必须来常常来立法院啊，这个可能以后啊你要稍微习惯一下啊。
那今天我们谈这个募兵制啊，其实这个对国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我必须讲啊，它也不见得是短期内能够达到一个我们理想的状态，所以在新任的蔡总统他竞选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他说要提改良式的募兵制，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部长，你所了解的改良式募兵制是什么？啊，它的精髓是什么？为什么要推改良式募兵制？因为在刚刚的这个前面几位委员的质询当中，你几乎都没有提到。啊，我们在旁边在打 pass 给你的啦。啊，你应该知道什么叫你要推的改良式募兵制是什么？哪里要改良？这个，我想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谓改良式的募兵呢、啊，对，第一个要规划他的生涯，在军中的这个生涯。哎，然后还有要完全他的这个退场机制，退场机制。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照顾他的福利，比如说刚刚照顾他的福利，刚刚说的要给他们合理的加级，合理的加级、甚至我们还有给他许多升迁的管道、升迁就学的机会等等的。其实这以前都有啊，这些有在过去这四年都有啊。刚刚拿给你这一位长官，就是这四年在推的、啊。这个我们改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叫改良啊，这已经既定的啊。包我讲的是未来。三年四年你要怎么改良，因为当初这个民进党国防小组的召集人陈文正，他现在是国安会的咨询委，他就有提出来，他说马政府推的募兵太过照进，忽略很多细节，所以民进党希望二到四年的过渡期、啊、让募兵赶快上轨道，所以推改良式募兵制。募兵制过去推动以来，我当然认为我 跟各位一样、啊、认为他有很多的缺点、啊、很多的问题，甚至当初在推的时候，我们、上一届的立委也提出很多的这个、要求跟改良、哦、那现在你上了新任的部长上了，你必须去把这一些问题提出解套嘛。蔡总统也讲啊，他上来是要解决问题啊，所以你必须要解决问题啊。你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有一些是已经在解决，有一些是完全还没有开始解决，所以你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募兵刚刚讲募到八十几个，八十几趴嘛，对不对？距离我们的理想目标90%，大概还有5-6%，对不对？这个是量的部分，嗯、是，但是值的部分，啊，你是不是达到了？我们先就量来讲，如果以你要达成90%的目标，你现在还有一些没有达到嘛，啊，那就回到刚才罗委员有提到的82年次以前的。这一些含82的，你要不要继续征兵？这个必须在短期内给答案。你刚刚讲是说7月底嘛？是，我觉得太慢了，你应该2个礼拜就给答案。啊、哦，为什么？因为这个让82年次以前的这一些年轻人，他不晓得如何规划他的未来，尤其接下来6月份是毕业季，对不对？6月份是毕业季嘛？你7月公布跟6月公布答案其实是一样的啦，你们现在心中都有答案了啦，你可以早一点公布，让这一些年轻人知道说他到底要不要被征兵，要不要被征召去当兵啦。报委员，我跟您报告，我刚才讲了，我们4梯、5梯、6梯这主力梯次啊，今年现在正准备要考试入营，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希望能够加以掌握，以后在7月下旬我们掌握到了，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比较确实的，所以一定要到7月底就对了。是我们建议啊、委员给我们一个时间的扩弹性。那如果这样，你不能食言，你到时候7月底你就一定要公布。刚才部长已经承诺、你要做一个决定出来，因为慎重的来看这个事情，不要拖啦，不会啊，因为你会让这一些年轻人他在等在那边，他不想要做什么，要等你的征集令吗？还是要安排他自己未来的生涯规划，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给民众答案的地方、哦、接下来我请教一下这个部长啊、哦、在兵员的部分，你现在这个 征兵的部分的兵员，短期内看似乎看起来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效，也达到了一定量的比例，但是在值上面到底是不是完全符合国军的需求，这可能我们是打一个问号的啊、哦，那在这边我必须提出来，以前我们的这个军官的招募的时候，曾经使用的一个方式叫做 ROTC， 对不对？部长，你知道 ROTC 吧？知道。是什么？
大学军官。RTE 是什么？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听说这个，而且我也推广这个在军中。那所以它是什么？那是民国八十九年的事情。民国八十九年推的时候叫什么？这个叫做什么？这个也就是大学预备储备的军官。大学预备储备预备军官训练。储备军官训练团嘛。是。对不对？请问成效怎么样？鲍委员，我们还持续在做。那现在还继续在做。对，持续在做。那这几年的这个状况，大概目前的在学的人数大概只有33个人。那因为我们目前绝大多数的人都加入我们的专业军，因为我们现在专业军官也是大学毕业，对，所以说他一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加入，所以在目前人数啊，大概是比较保守一点。嗯，对，所以你现在推的不叫 ROTC， 你现在推的是大学毕业以后直接转入军官。因为我们是多元管道，除了见习生以外，还有专业军官。专业军官因为他的役期有3年、有5年，也保持弹性。嗯，是。其实 ROTC 的概念，当然在军队里面、国防里面，我们认为那是所谓的储备军官训练。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大到一般社会上的产学合作，其实它是另外一种产学合作啦，或者是国防专班的概念。哦，国防专班的概念，所以刚刚我们在推募兵制，过去3-4年来，我们一直在讲募兵制，你怎么样让他进去之后学到技能，然后退伍之后能够转换到其他跑道。但是在入伍前这个部分，其实国防部也不是不能做事，绝对可以做。过去是 ROTC， 未来的募兵制底下，我们当然需要一些军官、士官、士兵嘛，士兵会是最多嘛。所以你如果把 ROTC进一步扩大延伸到高职，啊、哦，就是大学以下的，比如说他高三，他愿意接受你的募兵，是的，对不对？高中毕业以后就进到军旅，就是你的士官养成嘛，你可以提早一年养成他的士官嘛，是的，对不对？他变成是一个国防专班的概念，也是另类的产学合作。这些人他对他的生涯未来的4-5年，他是很确定的。我要来服役，我要做这个募兵制，啊，然后再加上什么？再加上现在如果从大学的部分，你知道台湾目前这个学贷的情况怎么样吗？台湾啊，大学生来讲哦，背学贷的将近100万，有将近100万，私立的学生更是公立的4倍，啊，然后呢？这个100万人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到后来他也付不起这个学贷了。其实也不乏有这样子的年轻人最后选择去从军，接受你们的募兵制。这不是不好啊，因为每一个人就业都有他的这个背后的想法，其中一个当然是为了生活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 ，ROTC 的概念，实际上你可以怎么样再去做一些转型。从大学、从高中职去招募好的这一些年轻人，一方面早一点让他在性向上面或者是职涯上面能够提早做一点决定，给他一个选择；二方面，如果说假设他大三、大四，他决定加入你的军官团或者士官团，那你学费帮他付嘛，对不对？学费帮他付嘛。以后再扣抵一些下来嘛，是，甚至你帮他付以后不扣，那我要求你多服役2年，可以吧？可以吧？这个选择可以吧？纳入研究，对不对？你这样是不是扩大了你整个选择的pool？ 是，而且这些年轻人，我相信他如果基于国家国军有热情的话，他20岁参与跟18岁参与是一样的。鲍委员，我们几个都说你的建议非常好，好不好？所以我建议你们把国防专班 ROTC 2.0 的概念、啊、去做一点思考。我马上就做。好，这个其实因为我们业界推产学合作啊之类的，但是军方拿的是国家资源，你更应该把这个资源放在这一些对国家、对国军有热情的年轻人上面。是的。好，然后你们也可以早一点让他能够跟军队去接轨。也不会发生说我今天到军中以后发觉啊适应不良，这怎么跟我想象的差那么多，然后怎么样又找一堆理由想要离开军队，我觉得这样反而不好。那如果提早1年2年、欸、他知道、欸、军中生活是什么样子，军队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最后还有一个选择的关键，我毕业之后我到底要不要决定要不要加入这个4年或者是8年的军旅生涯，对不对？对的。
所以部长，你觉得这个概念可不可行？非常好，我们马上实行。非常好，这个麻烦你赶快回去研究研议一下，因为 RTC 是一个现行的制度，但是你怎么样把它做一个扩大延伸，好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整个募兵制的转型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是求量，你在质上面也必须做一些转换啊。是的。讲到量，下一个我就想要请教一下部长，我们现在从60万大军减少到20万左右。这是很大的裁军，没有错，当然也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的比例，还有少子化的现象啊。可是我必须告诉你，跟其他国家比较啊，来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兵力结构。美国的总人口数将近3.1亿多，啊，日本是1.27亿，我们看他们的军队，他这都是募兵制国家啦，都募兵制国家。美国的军队人数136万，可是它人口是3亿多。日本1亿多，人口军队21万。台湾2300万，是日本人口的1/5不到。但是我们的军队数跟它是一样，这里一定有问题，对不对？是日本有问题还是台湾有问题？鲍委员，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呢、啊，不能够显示的非常明显，对，但是事实上，但是它的趋势是很明显的。美国跟日本没有像我们这么严重的敌情，我们需要这么多的部队来防护整体的安全。哦，日本不是没有敌情哦，美国的敌情更严重哦，美国是全世界的哦，它是境外作战啊，对啊，是境外，是全世界的哈、哦，所以我觉得你说敌情当然不一样，但是同样有威胁嘛。可是我们大的不得了。哦、好。但是你人数减到20万，其实我想要问的是说，20万是不是一个我们的总数的天花板呢？还是可以再降，还要再降？我们会持续的调整，会持续调整。对，所以刚刚所提的永固案是要持续再往下降的，是不是？我们可能预计要降到多少？我们还没有决定，还没有决定。如果还没有决定，那也好。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做下一件事情。你必须去检讨陆海空军，甚至你未来要成立第四军种的配比，人数配比。是为什么必须我这么讲？六十万大军的时候是大陆军主义，是大陆型国家的配比。是台湾海岛型国家的配比要不要调整？你不能只是总数调整啊，你的兵力结构也要调整啊。陆海空军的人口结构，现在陆军大概占1/2啦，9万多人。这个我们一定会调整，好，一定会。那到底整个台湾的国防战略，你的战略跟战略环境会影响到你的陆海空军的配比？是的，这个配比你算出来了，你才去定你的总员额才对了，不应该是先定一个总员额，然后我把所有反正陆海空军人数，我就想尽办法把它下降到这个总员额，然后它中间陆海空军的配比我不管。这样是不对的、啊，对，这样你有可能误杀到一些不该裁的部队，所以才会衍生出之前我们在讨论说要不要裁陆战队啊，要不要整并陆战队啊？你看一堆人反对有没有？我觉得以前的做法是有瑕疵，就是你该裁而没有裁，而裁到一些我们反而觉得重要的部队，所以这部分拜托部长是的，你讲的改良式的募兵制，请从这里开始做起来。好的，好好，谢谢。是的，谢谢委员指导。谢谢，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吕孙林委员咨询。主席，有请部长。请部长。委员早。部长早。部长在咨询有关于募兵制的一些问题之前，我想先就教部长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我们国防部史上第二位发言人。秋月美呼升高，所以这就代表说我们
国防部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第二位的女性的发言人，我想请教部长，这个报纸上写的报道是正确的吗？是不是真的？这是新闻的报道，我还没有想到这些，还没有想到这边，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女性的发言人呢？假如她非常卓越，我们当然不可以不给她这个机会，不可以埋没，埋没。好，对，我想跟部长讲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美军呢，美军他在2016年曾经就出现了第一位的女性作战司令官。所以这就代表了说女性也是有优秀的军官可以出现。那未来如果有这个机会，有重要的职位，我希望说有优秀的女性也可以来出现。是的，所以部长这个部分现在台湾已经讲求了一个两性平等一个时代，我们已经选出了一个女性的总统，那未来我也期待就是说重要的职位能够让女性来出现好吗？好的，部长，我希望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做个努力。一定会的。好，谢谢。那部长，我想要请教您有关于募兵制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说一些募兵制的一些问题。根据国防部提供的资料呢，我们可以看到101年到104年所招募的志愿役士兵的人数。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招募的人数是一直在逐渐的增加，那我觉得这个结果其实是要给予我们国防部一个肯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外界的新闻报道里面，他有讲到就是说募兵制其实是跳票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部长，我们未来的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我对这个募兵制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接了部长以后，他们给我做很多的简报，对，再加上我们有很多配套的措施，配套的措施，譬如说今天那个罗委员讲的，我们要给立法院争取很多这个更多的优惠的待遇等等，还有我们也规划了很多生涯的规划，我想我对这很有信心的，我对这个报道，这个我可能并不赞同。但是详细的经验，我讲这个是市长会提报。委员好，我这边是市长向委员说明我们募兵制的状况。103跟104，的确是如委员所说，我们在人数的招募上有超乎招募目标以上的表现。但是我们不以这样的目标为满足，我们希望能够在年底或甚至很短的时间能够达成所谓我们兵制转型的目标。但是更重要，在数量达成或接近的过程里面，我们更重要是把刚才所有委员所期许我们的，把所谓志愿士兵的素质，还有他将来跟社会接轨的出路，各种配套把它做好。我想今天退伍会在这边，还有这个很多的其他部会，我想他们都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内容。这些内容提出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志愿士兵来到军中以后，能够专职专心他的战训本务。那么在工余或者是我们部队设计的，让他可以去学习第二专长或者是民间专长这个部分，我们都有相关的机制，所以请委员放心。好，再来就是请教，我们国防部为了推动募兵制，已经开始发给了战斗部队勤务加急，还有留营慰助金。那从这个招募的数字来看呢，其实是真的是有达到一个成效，是有它的成效。但是目前作为支援部队的化学兵、还有工兵、通信兵，其实都没有加急。那这个现在的状况，可不可以请是跟委员做一个说明哈？那么我们在104年4月1号，行政院核定战斗部队勤务加急跟留营慰助金的核发。那么当时是考虑国家的财政，所以我们采取逐次分阶段的方式来做调整。逐次分阶段的方式，所以我们也知道，在一个所谓现行国军以联合作战兵种旅的这样一个形态来讲，有步战炮，这个旅里面有步战炮，也有化工通。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把化工通还有相关其他军令部门所提出来应该要给予战斗部队加急的单位，我们在去年年底我们已经报给行政院，那么刚好碰到这个新旧政府交接啊，所以这个部分现在还在研议中，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在委员的支持之下能够尽速的核发。所以去年已经报请行政院，是我们已经做过很多说明跟、正在研议中，是已经争取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呢，是监察院去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其中是以103年的志愿士兵基础训练期间退训原因所占的比例。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前两个志趣不符占了38%，生活适应不良占了15.4%。那其实这加起来呢，这个比例加起来就已经有超过了53.4%。那我想请教部长的是，如果说我们招募的志愿役士兵在这个基础训练当中有这么样的大比例是志趣不符和生活适应不良，那是不是代表了说我们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好好的跟这些人说明我们的军旅生活的内容，或者说未来的生涯规划，而导致了他们入营之后发现了有和自己预期的一个落差的一个现象？我想谢谢委员的关心哈。那103年这个部分，我想讲分两个部分来说。第一个，103年15024人，这是事实，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愿意保卫国家的年轻人进到部队里面来。当然，我们在招训的过程里面，我们考虑到他的体格、他的学历、国籍，还有身心的状况，我想各种筛选跟这个认证的机制啊都非常完备。但是，不免因为高中生嘛，他从一个老百姓直接到部队去以后，经过所谓这个入伍训练，他所接触到的跟所谓刚才委员讲说啊，他可能有这个生活适应不良的问题，我想那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都在我们这个选拔的这个过程里面，他非常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体系来服务，是这样。所以我想103年哈，这个人数也不是很多啊，也不是很多。所以我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会加强管控，我们加强管控。好，因为其实如果说我们招募了这么多的士兵，然后导致了这样子志趣不符合的一个比例这么的高，其实他都是在造成了我们在招募这块的资源上面的浪费，因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招募训练，但是却没有把这些优秀的士兵留下来，其实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未来要去做一个检讨再去做改进。好，再来就是招募的问题，我们国防部在上个月其实举办了一个募兵制的文宣海报设计的甄选活动，那里面就有提到说，我们为了要迎合社会大众与青年求新理念，广征民间能结合时下潮流与创意且具吸引力之文宣品，强化国人对于募兵制的认识，同时提升募兵的成效。那我觉得在文宣上面如果能够做个改善，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的好。那所以我就参考了一下我们邻近的国家日本，他们也有其实也有这个募兵制的一个方式。那我自己有看一下，就是说他们日本其实对于募兵制这个文宣方面，他们做了非常多样性，不仅是文宣品，还有就是对于每个军种的一个介绍，里面他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有什么样的职位、功用、功能，还有他的军种。那甚至是还有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网站，它可以让我们的有对于从军意愿的年轻人，或者说平民老百姓，他们可以去透过这样子互动式的一个网站来选取、点取说他的未来志向，他可能适合的兵种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网站是非常贴心。那我们国防部其实网站上面也有做一些非常好的一个宣传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个加强改进，让大家能够体会，不是体会，就是说更加了解说自己的性向，然后适合的一个军种。我觉得未来我们在淘汰，不是淘汰，就是说留下的适合的军官会更加的多。是他们的这个招募兵员的方式非常的活泼，对，甚至还有连续剧，是，像韩国也有这样子做，对，所以我想我们以后也会往这方面去发展，不但吸引这个年轻人呢、而且吸引那些真正能够在军中服役的，那是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也就是质跟量同样的提升。谢谢委员的指导。刚刚部长有提到，就是说韩国对于军人的一个宣传，他可以透过戏剧或者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让他们了解说，
韩国的军人的样子，或者是让他们达到一个宣传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然后这样的互动式的一个网站，其实都对于我们国军有非常大的帮助。是的，是的。好，包委员，我刚才委员所提供意见非常宝贵，特别跟委员报告，我们在去年呢，我们国军就推出了一个网路，那个在网路上有一个招募的平台叫打开从军之门。那打开从军之门是用采取一个像是大富翁的一个游戏的部分呢，可以让过关，让所有来参加这个整个一个网路戏游的部分呢，来了解这个整个国军的一个这个招募的一个状况，非常好，有空我们会展示给委员看，报告完毕，很受欢迎。好，包委员，我觉得我们还有加强的空间。对，我觉得我们还有加强的空间，所以我希望部长在未来这个部分可以再继续做努力。是，好，谢谢，谢谢，谢谢部长。好，谢谢。下一位，请徐志荣委员咨询。谢谢主席。主席，我想请洪部长。洪部长，请备询。部长好。徐委员好。部长上任好几天了，看你的笑脸应该是当得很愉快了。谢谢委员。部长，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有关募兵制嘛。募兵制在我们的这个报告里面我看了一下，102年的目标是28000多嘛，超过数是10900多，103多了将近4500，104也多了4500。我不是在邀功劳啦，我是苗栗后指部的顾问，所以有关那个募兵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有帮上忙啊，我不是积什么功。但是从你这个表上看呢，102年28000人，当然就是我们有这个需要在定的这个目标数嘛。结果我们这个落差了将近18000人。当然我们102年的招获数低到这么多了嘛，我想可能你103年就不敢定的这么高哦。当然标准降低达标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嘛，哈。那你就定了105000多啊，超过了4500。我的意思是说，我们102年我们定28500多名，我们落差将近差了18000人。那虽然我们2年103、104各有增加4500，合起来就增加了9000，但是3年这样比起来，我们是还是差了9000人，等于是。因为他们也不是当一年的，等于是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要的这个人数，这样讲对吧，司长、部长？是的。我跟委员说明一下，101年跟102年这个的确在招募的目标上没有达成，那是因为当初在募兵制实施计划在核定是103年底要完成兵制转型。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招募的目标本来定得很高，因为有一个计划达成的期程嘛。那后来102年9月份的时候，因为严前部长考虑到整个其他配套措施的配合各方面来讲，所以我们把它展延2年。所以刚才委员讲说103年，我们怎么把这个目标定这样？其实一方面考虑到这个所谓招募往年的招募的常数跟经验，那么再加上103年的确行政院跟各部会啊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我们有法令也通过了，我们的配套措施也逐渐完备，所以我想这个后续的状况是朝好的方向发展。数字上我并不是我的重点了哈，当然刚刚有几个委员就讲说，在我们这个募兵里面的有关的福利啦，甚至我们的待遇啦，甚至有委员说在军中的时候也可以让他继续进修取得一些协位啦，就是产生更多的这个诱因，可以达到我们征兵的人数的目标嘛，哈，就是这样。我的重点是问在这里，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不是有这个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募兵的这个人数的差异？
就是说，从我们蔡总统上任以来，甚至于当选以来，似乎两岸的关系有点没有像以前这么的气氛这么的好。当然，所衍生的就会说，是不是两岸会带来后续的紧张的气氛？紧张的气氛以后，你说我们要这个募兵，会不会有担心说啊，有什么擦枪走火，会有军事上的冲突还是怎么样？一方面家长也担心儿女的安全，一方面是不是这些役男啊，就是志愿役的，他也担心说哦，我现在气氛比较紧张了，会不会降低他们这些意愿？虽然我们极力的要增加待遇，增加什么什么样，但是他们会不会考虑这样的因素，然后意愿降低，然后让我们的目标更难达成？这个报委员到目前为止啊，我先讲敌情没有太大的变化。第二个呢，我接触到的民众啊，都希望过一个安定的生活。那么学生呢，都希望他毕业就就业。那我想啊，募兵是最好的，他毕业就可以就业了，何况还有那么完美的退场机制。所以您的问题啊，我们会去考虑，但是目前啊，没有发生这种现象。部长，可能不是你考虑的，是他们考虑有没有这个意愿，会降低他们的意愿呢？用数据来看，是我们到时今年的六七月数据就会告诉我们有没有这么影响了。希望你那个数字都可以高出来，就可能没有我在担心的这个疑虑了。是的，委员，谢谢委员。顺便再问一下部长，万一真的哈，那两边打起来，我们台湾我们的军力，我们到底可以撑多久啊？我们可以挡多久啊？报告委员，这个事情我应该啊，身为国防部长，我要这样回答你：我们为了保卫这块土地，保卫2300万人，我们愿意牺牲我们的生命，站到一兵一卒。这个时间，我们以击退敌人为目标，就不谈到就是说我能打多久，我能打多久就打多久，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谢谢您，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是的，我60几岁了，可能不用上战场了吧。您看上去像40岁，应该要、应该要去征兵。谢谢部长，这个玩笑话我就不要讲太多了啊。部长，那个我们现在就比较言归正题了哈。那除了募兵的这个事情以外，现在我们军中啊，有一些军官了哈，不论他是装病啦，还是真的有病了哈，好像在官校的时候都比较没有发作的意思了哈。我们一直到下了部队以后，才有这些发病的这些问题出来，啊，是不是下了部队，部队的管理啦，还是训练出了问题，还是有其他的问题？部长，看看谁代答都可以。我来答复好了，委员。我想啊，这个到部队以后，军人到底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军人他会没有自由，他有战备的压力。再加上他有一颗追求成功的心。什么叫追求成功的心？今天我做30个伏地挺身，明天我想做40个。再加上我们军中的管理，我们的确是需要改进的状况下，让这些人他的这个压力呢能够解除，越来越对军中产生这种同志的爱、精神团结的心，我想这个比率会下降。那么回答您前面所讲的，我们去调查，并没有真正的有那么多的精神病的原因，这个可能是他个人生涯的规划，他愿意去离开军中，这个我想我们要尊重。不过另外一方面，这反映出来的，我们对于自己本身的部队的训练、强化的管理等等作为，我们在做柔性化的，在活泼，而且要让他们青年人能够接受的，这个我们正在努力。我知道我们的国父，我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说，军人跟学生都没有自由了哈。是刚刚讲的，但是我担心的说，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不是我们金石案以后
一些中高阶的军官的职阶大量的减少，他们的升迁管道不畅通，而且比较没有退场的机制，所以会造成一些真的生病啦，还是说装着病啦。当然装病的话一定是验血验什么都验不出来的，都是精神方面那一类的啦齁。然后是不是也是因为白天要出操啦，那个晚上要很多业务啦，所以精神啦体力的负荷太多，所以会产生这些结果。如果继续让这个基层的干部这样兼任这么多业务的话，不管是装的还是真的生病了，这个情况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吗？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制度面啊，或者其他的方案可以改善的？鲍委员，对于前面这个金丝案等等的，如何的把这个兵员呢裁到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过去了，我就不想再批评了。但是没有一个这个计划是完美的，请您相信，从我接任国防部长以后，我们这些忠诚的干部几乎每天都在为这些事情检讨，而且我们的参谋总长也是非常的好，他在指导中间我个人去看都非常的正确，请您放心。好，我绝对对部长有信心。最后我想请问部长，我们蔡总统上任他就提到说国基国造，是的，国建国造，国建的部分可能就没有时间请教您了，国基的部分，部长，您以前也当过我们汉翔的董事长，那我们现任的廖董事长，他好像也有表示说，他有信心在我们蔡总统这个任期内完成两架的蓝雀的原型机起飞。您认为现在的董事长讲的达得到目标吗？你对他的这番言论您认同吗？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给他掌声鼓励，他能够有这种承担的这个责任的这种担当啊，我个人也很敬佩。但是那部长您呢？您自己呢？我自己也很有信心，我觉得我们汉翔公司的潜力是无穷的。那还要蓝雀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的金国号 IDF 还要更升级哦，不能不要一样的那个。只是换名字这样没有用哦，没有意思哦。是的，我请中科院昨天也来开会，我们会尽全力啊来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看哈，如果可以达成这样的话，部长您的任期就是跟蔡总统的任期一样了，一样这么长了。鲍委员，千万不要那么久，我压力好大。不会啊，真的，你对董事长讲的也有信心，你自己也有信心嘛。是啊，当然也是达成我们总统的这个目标嘛。是，恭喜，谢谢，谢谢委员，大家一起加油。是，谢谢委员。国建国造的部分下次再请教您的，我们尽最大努力。谢谢。好，谢谢。下一位请王定宇委员质询。谢谢招委，麻烦冯部长。王委员好。部长，你刚才说你压力很大哈，对对，你不要跑到北投医院去哦，坚守岗位哈。是，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哈，跟今天募兵制比较没有直接相关的。我们知道现在国防部正在帮你遴选新一任的发言人，那现在据说发言人的候选人有三位，一位是国防部联二勤次长室的副处长邱月美邱上校，另外一位是现在在代理的发言的副主任，我们的副处长这个陈中吉陈上校，另外一位国防大学的教官黄宏博，这三位因为这个有个遴选机制是没有错，过去还有一些政战的经历才能担任发言人，但是因为这毕竟是你担任国防部长的发言人，他要代表你一个发言人，其实要相当程度代表你的个性跟你的发言的条理跟脉络，所以你的意愿其实比所有的遴选条件更重要。我们的那个温将军在这边他喜欢的不见得是你喜欢的，所以我现在问你这三位发言人的候选人，你个人
是比较偏好正战出身或转任空军的女性上校邱月美邱上校，还是陈忠吉陈上校，还是黄洪博黄教官，这三位哪一位比较适合当你的发言人？现在我无法一下子就把它决定了，但是呢，这三位中间 你快决定了，不是无法、欸、两任我的这两位我都认识，邱月美以前是我情报所的这个干部，是。那么陈忠吉啊，最近他的代理发言人表现非常良好，是。那么另外黄姓黄的我不太认识，我看你念不出名字，这个太淘汰了。是。那前两那前两位哈、啊，那前两位现在因为邱月美本来按照他的资历。因为他在大概转任空军以后，大概就没有接触到政战的业务，跟过去发言人要求的基本的学经专长有一点点不符合，所以特别把他列来做候选人。所以本席那边，因为这个也不是秘密的，部长，你马上就要公布你的发言人是谁了。之前的罗少和发言人表现得相当优秀，那他也报退了哈。那我现在就是说，请问你，让你自己圈选，邱月美邱上校跟陈忠吉上校两位都很好。但只能选一个，哪一位会当你的发言人？我们按照机制在遴选。机制就是你啊，他我们还有人事。我知道，他最后是你的发言人嘛，他不是代表我嘛，他也不是代表我们的这个政战局啊、政战处啊，他是代表你。你个人觉得哪一位当你的发言人比较好？女性好不好？女性好，可是呢，我想有经验的跟专业知识更好。所以呢，哪一位？你已经指出来了。所以我讲的就是了，就是邱月美嘛，不是。那你讲不是，就另外一位陈忠吉啦，不，部长，部长哈，你人算是很老实啦，那我也尊重你的老实。不过我觉得发言人不是国防机密啊，你大概心有所属，你就让我们，因为你发言人将来要面对我们各位委员，要替你出来擦脂抹粉哈，所以大概哪一位比较适合当你的发言人？鲍委员争取这个发言人的的确很多。这个现在候选就这三个而已啊，是，现在不见得只是三个哦。我说还有另外的吗？当然有，这个我想我们还是要按照。那你什么时候会公布这个发言人？按照升迁的机制，目前的机制是什么时候会公布这发言人？经过核定就会公布。我想应该这个月月底或者是六月初。六月初，不是你这样会有个风险，这段时间都变成你自己要上火线。我都有代理人，像陈忠吉的表现，我刚刚讲过。我觉得蛮不错。所以你们原则上这个月底，这个月底到六月初会公布发言人是谁？对的。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诠释哈？目前看起来，空军出身的女性的，因为国防部曾经有一位女性的发言人呢，空军出身的女性的邱月美邱上校特别被放在这个候选人的名单，因为她本来资格应该是不符合。对。她特别放在这个里面，所以你是有意向是。要拔擢一位女性的发言人，这些我都今天我才第一次知道邱月美也在竞选，我个人无所。你刚刚表现不像第一次知道啊，因为我认识他，所以他从少校就跟着我。我们期待你选一个好的发言人，不过我倒觉得国防部是一个刚性的单位，是阳性的单位哈，所以如果有女性的发言人不坏哈，但是最重要是能够忠实的反映出我们整个军方的想法哈。我现在请教这个有关我们。这个募兵制的问题哈，我有些数字我不懂。我刚才问了你们业务单位哈，比方说99年、100年、101年，一直到现在104年哈，那你们的达成率都会有一个计算嘛？那达成率计算以外呢，国军志愿士兵力成长情形哦，32%、32%，一直到现在70%哈，我把它分子分母一除就可以推算母数，我就发现你们的分母哈，每年都不一样，每年不一样。你知道我们要达成百分比哈70%哈，有两种做法，一种分子就工作目标，比方说我有十，我目标是十，我达到了7，那我目标就达成了70%。那还有一个更聪明的方法，我虽然是七，我把目标降为7，我目标达成率100%。后面这个做法叫做先射箭再画靶。你们这个计算方式有没有先射箭再画靶？鲍委员，我跟您报告一下，没有这样的状况，没有吗？是完全没有这个状况，不敢哦。你看人数啦，年度目标值哈，就是算起来年度目标值都会达到60%、80%哈，都还不错。所以以后可不可以这样子哈？这个从冯部长开始，我们年度的目标值哈，今年先告诉我们，然后明年我们再来计算达成率，这样好不好？我们每年都有招募目标，招募目标你们目标不会调整嘛哈？目标会依我们的需求随时做。好，那我接下来问这个问题哈，
这个如果其他的幕僚单位可以支援，就自己上来帮忙回答哈。我们募兵的目的不是为了做职业训练，那个是其他附加条件。募兵的主要目的是保卫这个国家，提升国军战力，是一个国防的需要。国防需要就会有一个假想敌，会有一个对象。刚才我们的同事有问啊，为什么美军募这么多，日本募那么多？每个人面对威胁的样态不同，所以我们募兵的员额、陆海空军的比例，其实要看对岸解放军在做什么嘛，才知道我募的够不够嘛。对，所以我请教，如果解放军他们的两栖登陆哈，一个师大概20,000人哈，我们大概要多少陆军去应对这个？你们的比例大概是要多少？这个报告员，假如用数量啊，我们单纯用数量啊，用数量的话，我想应该是，他是登陆的部队，我们用1/2的兵力就可以把它击灭，就2:1。对，所以他20,000人，我们大概要10,000人，我们就可以把它击灭，就可以应付他了嘛。我不是等他上来我才。当然了，你从我们看过那个兵推马接，都有一些作为。我在意思说，我们大概兵力的基本用数学来算的，有一个基本的模型，它也许不一定完全精准，但有一个大概的量。所以你刚才说大概是2:1，也就是那边20,000，我们这边大概准备10,000嘛，这样来算我们的兵力够或不够嘛，哈。这一个报告你们应该有看到，这个报告书是今年年度美国正式，它这个放在他们国防部的网站哈，就海峡两岸中国跟台湾的兵力他们的一个表。他一个报告书，他每一年都会有。这个是这是针对2016年，他对明年2017年已经有一个概估。这个是今年的最新哈。根据美方的报告，看过他那个书没有？这个中国的解放军在海峡的对岸放了40,000人，然后呢，军团有8个军团、4个步兵师、7个步兵旅、4个机械步兵师、装甲步兵师。4个装甲步兵师大概就有80,000人了，他一个装甲步兵师大概20,000元额，所以那边就有那个部分就有80,000人，然后再加上2栖机械化步兵师2个师、机械步兵旅8个旅，然后下面还一大堆这样下来，所以大概40,000在那个地方。这个是美方正式的报告，我们也不用去争论对或错了啦，他大概比我们精准了。我们台湾对解放军的研究大概是全世界应该要数一数二，那美方的资料大概也有参考我们的资料，所以这40万放在那里。如果对照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是21万，他这边说台湾，他是告诉我们哈，我们能作战的兵力是13万，因为21万如果扣掉在学校的行政资源的那些扣除完了，大概作战兵大概就是剩下13万到15万左右，是，这没有错嘛哈。再扣掉陆海空军，海军空军，我们陆军兵力大概是不到10万，大概是9万多。那如果9万多，以刚才部长讲的2:1，对岸没有全部兵力哦，光放在我们对面兵力40万，以2:1来计算，纵使你募兵，不要说你现在达成80%、70%、60%，达成100%的话了，一个洞啊，事实上兵力是不够的，对不对？那这怎么办？你告诉我这怎么办？就是你全部募完了还不够哎，我们还有后备部队啊。就是我们啊，后备部队就是江启臣啊、王俊，我们这些叫后备部队啊。对啊，然后他们装甲步兵师上来，我们一个人拿一个 K2 步枪去对那个装甲。我不是说我们的战力够或不够，我的意思说整体的战力光用人数来算好像是不够，但你们会有补充，比方说个人的一个武器啊、武装等等。所以你这个东西今天是要提检讨报告，募兵制是为了国防战力。对，你不能光歌功颂德，告诉我你们达到多少，你要告诉我不足的洞。用什么补起来？比如说中科院好像有在研发，就是单兵式的反装甲武器，是，这就是一个答案嘛。我人数那个洞不够，2:1，我们全部打完了还不够啊。可是我有单兵的武器的提升，那个部分大概需要多少预算，大概多少员额，你才能建构你一个国防思维？否则永远都是针对这个问题答这个答案，然后组合起来四不像。你们很重要啊，是，国防很重要，是，军力很重要。这个我在那边质询，不是要挑你的毛病，而是告诉你，你的报告这边不够严谨。是的，你该开秘密会议，没有媒体在，报告完整告诉我们，我们才安心说好，这预算给你去动资。所以人数是不够的，但是那个洞怎么补？我希望下一次部长你要告诉我。是的，你们认为那个属于机密的，你就用秘密会议。我们可以尊重国防机密，但是不能留个洞在那里。我们作为国会议员，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募完了怎么办嘛，募不够，就算募够了也不够嘛，你懂我意思吗？懂的。那我接下来还要请教各位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募兵，当然讲到募兵的品质很重要，你不管是第四兵种啊什么样子，品质其实永远都最重要，尤其是现代的作战，空军你一个螺丝要锁几磅，那个都有规定的，英文基本的，那最兵员的品质不单单是看学历，还要看有没有社会上的前科啦什么样子。可当你可以挑的兵不够多的时候，你就只能接受，因为你要达成那个百分比。所以怎么样提高可以被你挑选的兵员的数量，除了薪资、福利、未来的职训证照，刚才规划师这边都有提了，还有一个就学再深造。本席借一分钟我给你一个建议，你知道18岁可以来募集进来当兵，你如果告诉18岁的年轻人说，你进来服役4年，4年后国立大学安排你去读，学费国防部出。那对一个我现在刚毕业，我要去推甄，我要去考试的人，我可能就可以有另外的思考。而这样的人的品质是会比较好的。我知道你们现在有一些就学的辅导的作业，那教育部那边事实上我们过去针对侨外生会外加，比方说成大某个系机械系120个，那个是我们编制的招生数，我针对侨外生会加20个位置让他们来读，也没有增加什么教育成本。我们国防部这边是事实上可以跟教育部来讨论这个部分，少子化你们要兵，他们也要学生。所以当你告诉18岁高中毕业的学生说，你进来国军报效国家4年，4年后国立大学见，学费国家出。OK， 你进来的兵思考会不一样，他会想上进。然后这一个制度在美国有，那我事实上为什么要特别提国立大学？那个才叫诱因。是的，否则私立大学现在报名就有了，我哪轮得到你帮我安排？是，你懂我意思吗？是的，懂了。好，谢谢主席。那也希望你下次把不足的部分补给我。一定会。好，谢谢。那个报告委员会啊，因为冯部长他今天要参加行政院会的新内阁合影啊，现在他们是，主席，行政院不知道我们在开委员会吗？他要委员会质询的时间要拍照，不会太过分吗？我们要等大家回来吗？那个，现在行政院在拍照了吗？行政院拍照挑这个时间，他不知道现在是委员会的时间。那个国防部。部长有没有一定要过去拍照？有，一定要过去。好，委员会是我们立法委员的职责，今天来备询。你今天如果是特殊的任务，我们没有话讲。你今天是到行政院去拍照，今天委员会都没有开会吗？好，来，那个这样了哈，我来处理一下哈，我们等一下。你先确认一下那边现在拍照的时间好不好？如果还没有拍照，我们就继续质询哈。那当然，我们也希望部长可以速去速回啦。那这中间我会来处理临时提案，可能短暂的休息，但是你必须不拍了，是不是？已经决定不拍了。没有，尊重这个。所以部长这边有没有要过去拍？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来，各位委员的意见。好，那这样我们就尊重大家的意见哈。那我们继续质询啊。那下一位，请马文君委员质询。吕玉玲质询完毕之后，我们处理临时提案啊。谢谢主席，麻烦请部长。请部长备询。马委员好。部长好，我想我对部长刚刚的反应，我表达很严重的抗议。今天你认为要去拍照比我们的质询还重要，有点藐视委员会。其实今天整个委员会的探讨，除非你认为这个不重要，不然你应该要明确的表达，我们等委员会开完，你再拍照也可以啊，不是吗？我想请教部长。今天我们就募兵制的这个议题，美国的募兵制推了17年才算成功，日本推了19年，
他们到目前其实大概都在我们的看法上面是基本上算成功的。台湾目前推了这几年，当然我们的状况跟他们不一样。美国对于军人是非常非常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他甚至连搭飞机头等舱都让给军人坐。台湾目前的军人现况已经不是这样，过去大家对军人也非常的敬重，可是这几年来有很多我们自私立场，在很多原则没有坚持的情况之下，我们大家很多像我们的政策像梅花鹿一样，点子非常多，天马行空，不知道在做什么。像刚刚我听到的，比如说像第四军种，我记得之前部长还说那不知道要放在哪里，可是短短的一两天听起来好像又要在我们国防部了。他放在哪里，他如果有那个重要性，我们没有意见，你用专业的判断去考量。可是我就刚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一个问题我提出来请教部长，今天如果我们有正式的军种的编制，今天如果纳进来的是我们现役的军人，他需不需要配合我们国家的整体制度，比如说他的编制员额，比如说他的薪资，比如说他的加级。现在有些如果你领钱领多一点都变肥猫了。我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我月薪可以上百万，我要来当兵吗？你要给他多少钱？你如果给他一般的薪资，你拿得到这样的人才吗？你们都没有想好之前，你就把政策一直改一直改，让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你刚刚也提到募兵制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缺失，就是因为大家在没有很好的配套之下，你就把它推出来。那推出来，我们现在一直在做修正，大家都必须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资源跟代价。现在我们也希望未来有很多的政策，不管是新政府很重要的政策也好，国防部要有自己的原则。你的原则是什么？你一定要打仗。像刚刚部长在回答，我觉得打仗很简单，你来两万人，我一万人就可以把你歼灭，就可以把你弄掉。你们不用买武器了啊，你怎么打的你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部长，我们很希望我们是很慎重的来检讨我们现在的国防整体政策。台湾现在面临的困境还有我们的敌人是那么容易吗？大陆光是人口比我们多多少，他也可以不要只有两万来啊。他现在的武器精进了多少，我们有从这一方面去考量吗？募兵制我们看到的数据，每次看起来现在只有海军跟空军比较上轨道吧？是。陆军差多少？数据有吗？有数据。可以提出来吗？是。跟你们原来编制的额度有差多少？部长知道吗？知道。大概有差多少？接近70%。目前大概68%。目前到68%。什么叫到68%？68%。就是我们你们认为应该多少会比较适当？目标是90%。边线比是机密，对不对？下次排机密报告提出来，我们要的资料是机密嘛？是吗？比例。上一次我在这里质询，为什么你们没有说那是机密？为什么要你们提的时候现在变机密？我们有讲机密吗？边线比，我上一次是不是有要求？连几以下的？如果它真的是机密，你们可以提出说明，那个没有问题。什么样的配置可能会让敌方知道，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那个要明确说明。可是不是我不给就算了。报委员，上次我也跟这样，我们怎么会了解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委员，那个整体的边线没有问题，但是到达各连级的边线，因为这牵涉到我们各作战区所有的兵力的配置，所以这部分我们当时有跟委员办公室说，这部分呢、啊、是有是我要的还是我的办公室要的？你是跟谁说？办公室是来跟我们问过吧？是办公室，委员办公室。所以有关兵力的连级兵力边线部分，我们跟委员说声抱歉，但整体的边线没有问题。整体边线并不整体的边线并不重要，因为你现在比较重要的是你有些地方已经有。你已经有洞口了。其实你现在，你包括你中部地区，你的人员的配置没有问题吗？你有很多的编制是有问题的，你们没有提出来。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你们数据不提出来，未来在黄金治疗期，你没有马上去做治疗，你每次提出来都是美化的数据啊，有什么用？到现在我们的募兵制的推动还是有一些困难在，你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吗？部长，你刚刚信誓旦旦的说，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可以很精细的计算出来。其实他们算了好几年，除非人不一样，
人如果一样，就是过去的部长不尽责，没有好好的要求，不然部长你要在年底之前就把这些通通精算出来，老实说也不容易。所以我们希望怎么样去做一个更精确的一个需求，打桩编训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打桩编训现在已经是逆向操作，已经扭曲了。我们当初的五货数量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编制，结果我们现在买了那么多，到时候都没有人去开，车也没人开，到时候要操作人也不够，你们还可以说你们的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不希望只有看到数据，我相信有很多的问题点你们非常清楚，那我们希望募兵制的考量是由这些部分大家可以做更精细的讨论，部长也希望在政策面上，我们更希望，因为什么你们会想到周末战士，就是因为你的人不够嘛，不是吗？周末战士我们这里可以用吗？我想请教部长，以你的看法，你认为周末战士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适合吗？我们可能会计划好以后先试行一年。怎么计划？计划如何来运用，如何给他的应有的这个工时、工资，还有他担负的任务，以及他在我们这边是周末的七成都要规划。好，那我先提出来请教好了。我们不是只有考量工时、工资，因为我们在募兵的时候，其实现在警察老实说还比军人还危险呢。现在出去被打，然后开枪也不能随便乱用，然后随时现在连取缔酒驾大家也不怕，然后三天两头去 KTV 可能还被打死。所以现在当警察不见得比军人好，可是我们在很多的薪资结构上面我们一直调高，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愿意进来？他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这牵动到我们募兵的成效与否。今天周末我今天特别在提这个，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你募兵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想出很多很多很奇怪的想法。虽然美国做得很成功，可是美国跟我们不一样。我举几个那个比较了哈。美国其实他的那个周末战士，他是国民兵，他是从南北战争民团延续下来的，他们有很好的一个组织编制，他们都由州政府管理。州政府其实所以他很清楚他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反恐，就是救灾。我们现在纳进来的周末战士要做什么？他的兵员的来源的目的，第一你没有。接下来，你州政府的管理，他是自卫战斗的概念，他很清楚他的连长是谁，他的整个编制他是有组织性的。你今天四处找来这些，大家来，你周末假日来，他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组织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环境，或者这样的条件吗？接下来还有他组合式的训练，当然这就不用讲了。我们光是四个月的那种役男，83年以后的四个月的役男，你都没有办法做到下基地大家联合训练或者其他的这样的训练，你都做不到了，更何况像周末你随便找进来的。另外还有他的社会地位，我刚刚讲的，你今天像这样的周末战士，他在美国是由企业推荐，他都高知识分子，有高技能，他有很多很优秀的条件，他回去以后，企业愿意让他放假，有时候我们要训练可能动辄两三个月，有企业愿意这样吗？他如果回去的时候他还可以加薪，台湾可以做到这样吗？这些条件你都不足的时候，你随便就要学美国。我觉得这是很大很大的试验，而且你到时候募兵制没有做好，然后又弄了一大堆的问题进来，像刚刚我说的第四军种也有问题。支电作战未来其实是非常重要，没有错，可是你的人才怎么用，这个都是你要考量的，不是随便说我现在今天政策这样我就全力配合。我们的问题点要先让他们知道，这样大家才能共同为台湾的整体利益还有我们台湾的安全才有一个保障，不是吗？是的，委员讲的是非常正确。所以我刚刚提的这两点，我们希望可以比较正确的可以提出来。另外就很短的时间了，我想再请教一下，我们现在海军是不是要规划海狮海虎有做一个大修？是的，详细的情形我已经海军参谋长来提报。没有，我只要现在是有进行这样子嘛。它都是年度的相关的一些的那个
那个是年度相关而已吗？对，他一定都会这样子去做的。你这一次做的不是更特别的大修吗？我们都有按他的那个既定的一个维保的计划。确定？是是。那像这个部分，我们这么古董级的一个潜舰呢，哈，是他有没有他未来我们修复以后，因为之前也曾经要委托台船嘛，是，后来台船不敢做，对不对？这一部分当时有当时的原因是。有当时的原因，台船认为他的那个环切工程，对他毕竟他是一个70年的一个潜舰的一个，那有没有可能整个船壳全换？这个还有一些的技术必须要去做那个研讨。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未来还有时间可以探讨这个部分。不过，如果台船连这个都不敢做，他虽然是70年，那是因为他如果只有做尾端的全员的改造，他要衔接这样这么久年龄这么大的，他可能有问题。可是他如果整个船壳全部做一个改造，有没有可能？我们希望海军其实做这个考量，因为未来台船甚至想要拿我们潜舰8000亿的预算。我们不能随便就，通通你通通没有做过。今天我们看澳洲的经历好了，澳洲也是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他们花了多少钱，他们花了多少时间，他们经过多少修正才完成6艘潜舰。今天台湾有能力这样做吗？你有没有合作的对象？国造潜舰国造。跟委员报告，潜舰国造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等它的设计有没有设计的。没有，你光是设计有没有国外合作的厂商有没有？设计是有，设计方面 是哪里？鲍委员，这个有关他是最后去做审认的部分，会协助我们来去做，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执行，所以这方面我们必须借助国外的一些的。所以我刚刚提了一个建议哈，就是说如果潜舰是我们非常重要，而且它要用到我们非常高的预算，没有理由台船说它可以做就可以做。中科院也常常说它什么都可以做，你可以做手机没有错啦，你可能可以做 Nokia， 可是你 iPhone 就做不出来。你今天你可以做，你可以做其他的东西，你这个不见得做得出来。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部分可以再审慎。是，我们会非常审慎，谢谢委员指导。好，下一位请吕玉玲委员咨询。主席，我们请冯部长。部长，请备询。委员好。部长，我们今天要谈募兵的状况哈，募的情形。那你认为我们现在如果要全募兵，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全募兵？我想正规是。你知道现在募兵的情形吗？知道。现在情形怎么样？现在募兵呢，已经到了83%，整个的平均83%到84%。哦。但距我们90%的目标还有一些距离。是是。这是你的部署给你的资料。是的。啊，这有80%这么高这么好哈、哦。那现在。你知不知道我们募兵的情形啊？军官兵募的比例，军有多少，官有多少，兵有多少？我们有这个比例的，有统计表。是，我照你们给我的资料里面，我们的军官有32909人，士官有63387人，最基层的哦，战备的兵力的哦，只有44572，这等于说。一个军官配一个士官，一个士官再去带一个士兵，这种军力如果万一要打仗了，您担心吗？我们的战备力量在哪里呀、啊？委员，目前我们现在国军整体的兵力将近100%，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义务役的士，还有义务役的士官兵全部都存在，所以我们现在总兵力是100%，对战力部分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你替代用多少人？我们没有替代役，我们替代役很少，很少是多少？不，我们现在是这个替代役不在我刚跟委员报的兵力边线当中，全部是我们现役的官士兵。你们做了很多的数据都很漂亮，是。你知不知道82年以后啊，我们都用替代役喽，83年的都是4个月的军事训练而已，所以这个期限什么时候会去执行？这个你们都了不了解、啊？鲍委员，所以我未来我们的兵种，我跟您说明一下哈，您可能有点误解。82年以前，依据兵法的规定，如果他是常备役的体位，他要服1年兵役，
如果他是家庭因素或者是其他宗教因素，这是82年以前的，都是服一年的。八十二年都是服一年的，83年以后的就是4个月的军事训练。我哪里有误会啊？我刚开始这样讲啊。刚才委员是讲82年次，所以我觉得应该是83年次以后。82年的，83以后的，这样子。所以这些兵的不足，士兵的不足啊。我们要如何去募兵，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情形。所以我们要了解带兵啊，也要带心，这个是部长我第一天咨询你的时候你自己讲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里面的运作情形，为什么会有士官会有女连长会自杀的情形，就是我们军中的文化我们没有确实去改革，没有去了解很多不合理的扭曲的，我们怎么样去把它改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刚刚说你募兵啊，现在募了80几%，这个本席啊特别要把这资料整理给你看，我就知道你们会这样讲，这些数字怎么出来的，您看看，您看看103到104年我们的获得率是多少，就像你讲的70-80%，这70-80%是怎么出来的？是你调降那个数据做出来，为了好看才做出来的。如果你在看到前面，如果说你看士兵，我知道编制人数会。如果说士兵102年的是多少人？103年的计划数是多少人？你把它调降哎，102年是28531人，103年是10557人，你达了142%了。我跟他说，这数据是你们做出来的，你很满意哦？不是，委员跟您说明一下，102年的28531人，那个时候我该跟委员会报告过，我们原来募兵制实施计划是101年到103年要达成，所以当初把这个计划目标103年达成目标提得很高，那是为了达成计划目标。后来在102年，因为考虑到配套措施还有其他部分并没有很完备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把这个期程展延到105年，也就是今年年底。所以刚才委员讲说，哎，我们把两万八把它调成10000多，这好像我们在作假，其实不是，完全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数据上，计划数、获得数、获得率这个部分，从100年到104年，你看得很清楚。没有错，这个高低起伏，你为什么要调整？就是为了获得率好看嘛？不是，不是，跟委员报告不是这样。因为所以我们部长，你们要一定要虚心检讨，严厉的改革啊！我请部长，你有没有看到 PTT BBS 这个网站？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我们的军事官兵都在里面做一些所有的心声在里面上去回应的，你有听到？你有看到吗？有135项的一些不合理、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就知道你们今天对你们自己的军中的一些文化还是很满意，所以我把这些东西通通的列举出来，还帮你归列出来，一一的一定要让部长知道。我相信这部署啊一定没有告诉你这些情形，因为你离开这个地方10几年了，所以我希望部长你要好好的听本席告诉你。第一个就是我们军中国军的135个不可思议的，最重要的就是国军业务繁重啊，你要精简，越精简工作是越多的，一份公文上上下下不下数十次的公文，这叫精简吗？还有你要精简反而是花越多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工作，最重要的业务都比不上长官临时交办的事项。所以部长，在基层的部队的公文里面，您知道吗？公文有时候啊送来送去不见了，不见了第二天回来两份都回来了，电子公文不会有零年级，所以这个中途失踪的这些公文也是一种情形。你们为了怕处分，赶快叫属下人去补一补，又出来了。还有就是督导的工作非常不合理的现象，就像单位里有水沟的说不能有水，垃圾桶里有垃圾桶里也不能有垃圾，这种情形是有合理吗？你就为了督导啊，
所以行政业务做不完的，就代表说你实际业务也没有做完，这个您知道吗？再接下来就是长官的不可思议的，真的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哦。永远都是下面的错，长官永远都是对的。如果长官做错了，那就是我们做，我做错，是这样子的情形呢。这个是我们一些士兵的心声呢，很不合理的。还有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永远赶不上长官的一句话。尤其是我们如果说去考察的时候，越高级的长官来的时候，单位消失的人就是越多，闲杂人等都不看不见了。这就让我想到了我去六栋幺的时候啊，我进去的时候没有看到阿兵哥，没有看到人，那个就是什么，通通躲起来了，不能让我们看到。是不是因为是我们那些小兵，他们的仪容会脏了我们长官的眼睛，小兵他们的声音也会污染了长官的耳朵，所以通通躲起来了，是不是这种情形？还有最糟糕的，马屁文化非常盛行，努力为国家做了100件的事情，绝对不比抱腿的人来的伟大，就是拍马屁的人来的伟大。所以这些都是小兵在军中的心声，血泪的心声，尤其是工作量非常的多，工作量多的不平均。为什么不平均？能力好的人啊，他就多做，多派几个工作给他，几个业务给他，那其他的呢装傻，我就不用做了，就可以容易打混了。就是说军中莫名其妙的工作忙的人都在一个人的身上，很多闲人都没有工作。这就像他们明明忙得要死，可是天天都会一堆的人在贴歌正频繁，就像 PTT、BBS 一样都贴上去了。这就是我们军中的管理吗？就是我们军中的文化吗？还有就是国军啊， online 登陆的越久，全身越来越软，肝却越来越硬。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的长官啊，军官啊，你们看到没有，踢了这么多135项，尤其是效率的问题，常常在你最忙的时候，最急的时候，但是来个全体集合。还有就是你叫属下做事啊，属下都会做不对，只会骂，所以要做的事情永远是做错的，没有做对的，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再现在要跟你讲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谎话跟敷衍的文化盛行。数据是凑出来的，文字是唬出来的，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就是像本席刚刚告诉你们的获得率的问题，几成的问题，这些数据都是凑出来编出来的，为了好看的，这就叫做说谎跟敷衍的文化都在这上面。尤其是工作量也是那么不平均，这些工作集中在个人身上，我们也没办法去改革。每次啊，只要我们高装检一到，遗失的装备会自动的伸出来，明明平常是没有了，但是你只要督导要检查这些装备的，通通都跑出来了。你有没有去实际看这些装备是什么？如果枪支不见呢，弄一个扫把涂一涂，跨那边给你检查，你也让他过了。所以有没有务实去执行？最重要的还有就是休假问题了，跟待遇的不合理的问题，超时工作绝对没办法加薪，这些零零总总我都列出来的，我都举例几样比较严重、比较让我们可以改革的方面来告诉部长，尤其是他们的生活有不合理的地方。最重要的，我一定要念给我们的长官听。一个教育高层要求10点集合，中层要求9点半集合，基层要求9点集合，单位要求8点半集合，最后怎么办？我要听谁的？我自己知道8点集合了。这就是他们的部队里面非常不好的一个文化，扭曲的文化，不合理的文化，没有当作是正常的一些生活上他们能够去适应的。所以部长，我念了这么多，你听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你的想法在哪里？鲍委员，我听到了，我看到了，而且我非常感谢你把他们的心声呢传到我这耳朵里面。我想在我任内啊，我一定要在这些方面要去做一个改善，这是我给您的保证。所以在不然你站到这个询答台里的时候，你都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吗？我有听说有许多，因为我你的部署也没跟你报告这些问题。我自己都有网站。我今天花了我咨询的时间，细部的一一的来告诉你，我也把归类的哪几项现象。所以我拜托部长，你目标要目得到啊，要目得好，目得有效率。实质上，你把这军中的文化要彻底严厉的去改革、去改变，你才有办法目得到兵。谢谢委员的期许。你要把这135个不可思议的拿回去，好好了解之后，来跟本席做一个报告，好不好？是的，谢谢您。好。部长，你有没有这135个？给你好了，你带回去，我整理好。好，我们接下来先处理临时提案啊，请宣读第一案。临时提案一，为推动国军专业化、精进化，激励国军士气，鼓励战斗及外离岛部队及任务出勤作业，并配合国军募兵制转型，提高志愿役招募及留营诱因，应以功酬相应、功奖相称为原则，在国家财政允许范围内增加战斗加给之发放。原此，建请国防部于一个月内邀集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主计总处等相关部会，召开跨部会协调研议战斗加给增加及扩大发放之可行性及相关规划。提案人刘世芳、江启臣、罗志镇、陈廷飞、吕孙林、王定宇、徐志荣、吕玉玲。以上宣读。好，各位有没有意见？谢谢委员的支持。光部没有意见。好，其他有没有意见？各党员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提案通过。下一案请宣读。临时提案二，鉴于近来发生多名军事官以精神疾病的方式办理退役或是调离战斗单位，经由媒体披露后，严重影响国军形象与战力，为遏止此一歪风并有效改善，原此建请国防部退辅会检讨国军因精神疾病而报退之军事官是否有假性病退，为闪避赔偿责任而出此下策，并于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及改善计划。二，建请国防部会同退辅会、卫福部于一个月内严厉追踪、辅导上述之军事官病情及治疗情形，一定期限之可行方案。提案人刘世芳、陈廷飞、吕孙林、王定宇、徐志荣。以上宣读。好，国防部有意见吗？国防部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来，请问是退辅会？退辅会，好。我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因为第一项，他这个因为疾病、精神疾病报退的军事官，其实他的作业都在军医院那边，按照这个精神病患的那个检定标准就办理了。所以第一点是不是退伍会这边删除？那第二点我们会配合一起来做一个可行方案的配合。好，提案。因为有些人已经离开国防部，不是正在服役的军事官嘛，等于已经是退役了。那退役的话，他如果有其他的，譬如说那个就医啦，或是就学啦等等，这些可能是到辅导会嘛。是。那如果辅导会没有意见，就讲没意见啦。但是我觉得还是国防部跟退辅会要一起来研议会比较好。我现在不是针对现在正在服役的，因为有些人我们报纸上所写的那些人都已经退役啦。那他说不定现在自己还有领退俸啊，我们不知道嘛，因为这个还有牵涉到各自啊，已经问了好几次都搞不清楚有多少人，所以我觉得说这里面的退场机制还有现任，就是他为了要闪避他的责任嘛，希望可以领退俸，然后又去外面的一般民间公司再领高薪俸级，我觉得这样子对现在正在服役的那个这些那个正职军官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讽刺。是啊，那个是不是写国防部会同退辅会啦，好不好？是。好，由国防部会同退辅会检讨国军因精神疾病而报退之军事官，我们就照这样子的文字修正。刘委员有没有意见？
好，那就这样，我们就照修正后文字通过啊，谢谢。好，我们继续询答，请王惠美委员质询。有请部长。王委员好。部长，台湾话还听得懂啦啊、哦？我有时候用穿插台湾国语，你可以接受了啊、哦？不知道，我再帮你翻译好了。谢谢。部长，我看你这两天来的表现啊，不错、啊，从善如流啊。是。啊，显然委员希望你有什么样的答案啊，你都可以配合委员的这个想法，有很好的一个回答。谢谢。好，我希望你未来的政策也不是这样哦，因为国防政策是不一样的哦，国家有国家整体的一个战斗的一个位置哦。那个是不可以从善如流的哦，很多东西该坚持的，你务必一定要坚持哦，好不好？是是。好，来，我看我们本来104年要来做全募兵，后来因为呢募兵情况不佳，延到106年的元旦来实施。那我想请教，因为好几个委员在问，你们都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106年我们的全募兵是不是真的开始上路了，还是像现在这样还在募集中？报委员，因为现在是105年的5月啊，我们在还是还要再延。我刚才部长已经有做过一个说明哈，我们希望对于明年是否续征的部分，我们希望在7月下旬做一个决定。所以还不确认就对了。是。好，那当时我们的诱因不足啦，那后来的调薪啦，以及增加这些战斗部级的部队的一个加急啦，这些东西都做了没？都做了，103年1月跟104年4月1号都分别调整了4项加急，都已经做了。但是效果好不好？战斗部队加急的部分还不是十分完整，但是它的效果已经充分。所以结论还是这样啦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我想合理的待遇对这一群志愿役的士兵、官士兵是有必要的。好，那你们招收进来的这些士官兵士兵啊，好，你们有没有再去做相关的一个分析，包括他的学历？包括他的家庭背景，包括他的区域别，有没有去做过相关这样的一个这个分析？都有做统计。是不是中南部显然比北部多？这个比例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差距，没有很大的差距。各区基本上是不是经济比较弱势的人参与的比较多？这个部分是是一个因素。是不是学历稍微低一点点的参与的也比较多？我想一个志愿士兵来讲，高中高职的程度啊，在世界各国的部队来讲，已经算是很高了。好，但是我们不放弃，让他继续往副学士或者更高的这个职能方面去做。好，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在招募士兵的过程中，大概有哪几个方式？除了我们电视上面的宣导之外，我看你们好像也很认真的进去校园里面去做宣导。有没有大专院校不愿意让你们进去的？有没有？我想没有，完全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都非常的配合。在大专院校招募的效果怎么样？大专院校，我想我们在军官班次的部分可能比较多，招募员也走进这个大专院校，但是其他，比方说我们由副总长、执行官或其他高阶长官带队到各地区去，比方说这个有这个相关的高中去做这个所谓招募的宣导，这个部分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好，我希望你们不要滥竽充数哈。不会，我想我们很多的一个政策啊。后来会搞到那么多士官兵，他只好用精神有疾病啊来退役啊，这个东西是很值得大家去好好的去深思研究的。第二个部分，本席比较担心啊，最近啊我又进去军中看了一下，也了解了一下，我们在招募这个士官兵的过程中，有没有针对有吸食毒品前科的人，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禁忌？有没有？我们每一个兵员进来，第一个都要做尿液筛检。就所以说，也就是说，吸食前科他还是可以进来当兵的，没有相对的一个区别性。这个我们请军医局局长跟您报告。报委员，我是军医局局长。那个只要他有吸食毒品的前科的话，那是不符合我们招生的一个目的，他不会进来的。怎么不会进来？你们都要跟我讲谎话。委员。这一部分的话，我们本身在尿液筛检的一个筛检过程中没有，他就不进来。但是问题是，进来之后呢，怎么管制？报委员进来的时候啊，第一天呢入营的时候，
他百分之百一定要去做尿液的那个筛检，这是确定的。然后呢？有的话，只要有的话，绝对都没办法进来。是，好，是我进来之后吸食呢？如果进来吸食之后呢，他会进入到本身有看他的依法处理，依照他毒品的一个种类啊，来做不同路径的一个处置。本席最近听到一个数据，非常的恐慌。我过去在军中已经有一段时间哈，有时候会进去里面关心一下。是。过去他们告诉我，大概100个里面哈，一男呐哈，10个里面，100个里面大概1到2个。是。后来增加到5到6个。我最近进到军中啊，那个数字吓死人呐、啊。这一梯进来大概有600多个异男，可是呢，其中第一次筛检有问题的，竟然有100多人。做第二次筛检确定有问题的，50-60人。可怕，10个里面将近有一个啊。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呢，我们针对所谓的义务役的4个月的志愿役的那个军事训练役的役男啊，他本身我们是用每万人次的筛检，这是标准的用法。每一万人次的验尿啊，他们大概34%。然后呢，这个是跟教育部的我只是告诉你，最近的数字真的是一直在攀升。哎，这事实。好、哦，我们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讯息，去把这些毒品能够跟相关的单位做配合，把它阻断掉，甚至找到源头出来，把问题解决掉。是。我想现在很多的社会问题都跟毒品有相关的关系啊。是。好不好？是。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再继续加强，不要滥竽充数，只为了追求数字上面的美化，而忽略掉我们职的一个重要性，是，好不好？是，谢委员。好，再来啊！我看我们现在新政府有讲啊，我们蔡总统的一个这个幕僚啊，他说啊，我们兵役制度改良不要陷入非征即募啊，非募即征的一个迷思啊。那我要请问部长啊，征兵募兵制的并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叫做改良式的一个募兵啊？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可不可以简单说明一下？鲍委员，我是不是向您说明一下哈？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推动的募兵制，它并不全然是纯粹的募兵制，它仍然保留4个月军事训练的一个征集，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组建一个可以去暂时啊征用的这样一个后备武力。所以说，它这个制度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是我看你们现在好像要透过军转文的一个途径吧，是不是？在然后国防文官要来考试的双轨吧，是不是？是。好，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其实我讲是。那你们未来预计从现在的文官1%要提升到15%？我们以前在国防上不是文工就是武吓，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国防以后要改成文工，是不是？鲍委员，其实不然文官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国防部军文职的，而蛮奇怪的，你把军转，把透过军转文职了，对不对？另外你又要在文官考试，那我们现在缺的应该是基层的，对不对？是文官缺还是基层的兵员缺？没有，文官有他行政院所谓依据中央组织标准法他所定的一些员额，我们现在目前国防部的文官员额从委任到检任只有282个人，所以他是编就是正式的文官。那么刚才委员这个提示的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在初步的配套里面，希望服役10年以上，或者是因战功伤伤造成残废的这些官兵，他能够在退伍之前能够参加退出役军人的转任考试，让他的所谓军中有好的一个素质跟专业能够被公务机构能继续使用。也就是说，在基层的官兵要退役之前，如果素质够的话，你们用透过考试的方式让他继续留任，是这样吗？不是留任，因为这个开缺基本上包含国防部还有其他退伍会或其他部会，他只要提缺的话，我们希望能够让这样一个参加公务人员考试的机会能够那个范围能够扩大。范围扩大，这只是出路设计的其中配套措施之一。我们希望你的整个的，因为政策没有端出来，我们不能跟你做什么样的一个评论啊。
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好好的去把整个政策做得很完备，好，不要每次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又衍生出更多的一个问题到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啊！不是官大学问大，我希望这个东西你们要记住，我们的那个原始的这个价值观的东西务必一定要把持住。最后一点啊，本席要在这边问啊，83年次啊，我们呢现在是4个月嘛哈，4个月军事训练。好，那我们现在蛮担心的，因为蛮多家长很担心啊，我们现在少子化的问题啊越来越严重哈。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募兵的状况很 OK 啦哈，不缺兵啦，对不对？对，我们朝这个方向。所以说你能不能很明确的跟我们承诺，就是说以后我们的兵役绝对不可能延长。现在好多家长很担心他们呢要规划孩子们的这个出国或孩子们的这个未来的一个职业，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明年不会有所谓的增加役期的一个方案？跟委员报告，83年次以后的役男，他服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这个部分是不会改变的，绝对不会改变。但是82年次以前，部长你讲一下，部长你讲一下，不然换了一个部长，人家又不一样了，再讲一下来，部长能不能跟我们承诺？我们在7月底之前呢就可以决定。所以说你，所以你们两个讲的又不太一样了。你部长不肯跟我很明确的告诉我说，我们83年一次，4个月就是4个月，可以说可以有可能缩短，不可能增长。这个不会变的，这个是。对，这个确定了啊、哦。确定了。那你让回答，让我吓死了呢。不会了。不是我吓死了，很多的家长会吓死哎、欸。是，那我致歉。啊、哦，所以确定83年次以后，疫情最多4个月不会再增长，对不对？对的。对的，好，谢谢。好，下一位请赖世宝委员。赖世宝不在。卢秀燕不在，请蔡玉宇委员咨询。请部长。部长请备询。蔡委员好，部长你好哈。部长，因为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募兵制实施之现况哈，及未来改良之规划。那募兵制这个制度哈，我们从过去一直知道说，这几年来募兵制实施的效果，我刚看到这样一个招募的一个成效。尤其在第二页中，他讲到的说，这几年来招募的，尤其在103年跟104年中，目标数，假如在104年为例，目标数是14000人，那招获数哈是18000人，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目前募兵制实施的状况非常的良好，是这样吗？跟委员报告，我之前是司长。那么103、104年，如刚才我们数据所提供的招募的目标，都超过我们那个预期，都有超过预期。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认为说未来我们这个募兵制会成功？我想兵制转型不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会非常谨慎努力朝达成的目标去完成。对，因为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一个制度的一个改变，它牵扯到的因素太多了。也许我们设计了一套很好的，我们看起来对于国军、对于新进的阿兵哥、对于这些志愿役的这一些士兵，我们认为这样的制度对他们的保障都非常的好。但是只要牵扯到了人的问题，你一套制度是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所以阿兵哥在进入军中，他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因素，也许他们后来会发现说，他们在军中并不像他们外界给他们的一个讯息。那所以我就看到说，还有所谓留营率嘛，哈，那留营率来说，我们104年已经高达了73%，是的，73%的一个留营率，看起来也是数据是不错的，但是。过去我们的检讨起来总是认为说这个募兵制是失败，很多次，不只是舆论在这样讲，很多大家的一些专家的一些检讨报告都认为这样的募兵制是失败。
所以也都认为说在108年全募兵，现在大家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担心啊，108年达成所谓全募兵制。所以我想要问部长说，我们国军真的会这么的坚持说募兵制一定要把它走到底？那如果后来事实上发现说，因为我们国军有太多的问题要去处理了，那这些问题我认为归纳起来，最终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当兵这件事情，在台湾人的打从心里不会认为说它是一个有荣耀，不会认为说它是一个很光荣的一个职业。所以我认为说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太多了，那这个没有当兵没有光荣感这一件事情，我认为很多原因出在于这几年来军中不知为何而战，尤其是在过去执政这几年中，我们看到了每一次中国对我们文攻武吓的时候，我们国军的反应，部长这样讲，我们绝对，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了，是普遍的民调都认为说，国军的反应都太软了。国军的反应软到了说，是不是我们愿意放弃了说，我们国军就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安全。所以我的具体建议是说，如果募兵制要成功，就一定要改变我们军人对于捍卫国土这件事是带有很大的一个光荣感。这个也包括说，国军过去一直在坚持那一些退役的将领，当然这部分并不是部长管的，这个有另外退辅会，但是我认为国军应该这个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有立场，我们的立场就是要很清楚的，这一些退役的将领也许他们领的福利已经超出了社会期待，他们社会去期待他们应该要从这个国家拿到多少的一个福利，甚至这些退役的将领他到了中国去发言，去讲了一些不适合他继续享有在台湾给他的退休俸，给他的种种的社会福利的时候，我认为军中在这个时候，既然他已经退役了，我们就不要拘泥所谓的一个长官制，我们应该有所立场，要去捍卫，甚至要去批判这样的一个言论。部长，我说的你同意吗？是您的看法，我觉得有可取之处。哎，是，所以我部长，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我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要怎样去让这个募兵，让大家觉得去当兵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嘛？那如果我们只把这件事情只把它取决在于说，到底现在这一些志愿役他拿到的薪水够不够？我们每一次在讨论志愿役的时候，讨论这个募兵制的时候，我们就去讨论薪水，我们就去讨论说我们到底还要编多少预算。可是我们没办法本质性的去解决，去解决这样他们这些军中他们这些阿兵哥他们最心里深层的一个想法，我认为这样募兵制不会成功。所以我还要再次再提醒部长的是说，我们现在在一个新政府上来，那我知道部长现在就任第六天，基本上也是千头万绪，那包括说未来我们要采取怎样的一个军中的一个改革，包括我们现在蔡总统所说的是不是要架构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军种的问题，包括说未来我们是不是在于很多国军的设备我们要国造的问题，这个都有赖部长有赖部长好好的去领导。但是我希望的就是说，我们以后遇到了这个相类似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国军应该要很勇敢的出来捍卫，尤其面对中国在文攻武吓的时候，纵使行政部门其他的部门他们会采取不要去挑衅中国，但是我们军中不一样啊，我们军中就是要捍卫啊。如果中国在收过分，那么是要打黑惊一下，那么不会惊伊的啊，对不对？对，对，你看部长，所以部长这样说，我们就很有信心啊。
我们如果勇敢的都每次都勇敢的捍卫，勇敢的打中国呛声，我们军中至少这样的志愿役士兵，已经被军中有光荣感啊！我为国牺牲，为国打仗，为国牺牲了，牺牲了我的部分的自由，这是一个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我要再次那跟我们部长加油啦！谢谢。未来这几年希望我们部长可以把我们军中真正落实了这个军中的改革。好，谢谢。谢谢。下一位，请吴志扬。吴志扬委员不在，请徐永明委员咨询。有请部长哈。部长，请备询。徐委员好。部长好哈。其实部长刚才质询现在已经变新闻了啦哈，因为都说部长比较属意这个发言人是陈吉仲，是。好，部长，陈吉仲是好，那是不是已经确定了？好，还是部长还要在那边说明一下，这个事情还没有。好，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好，还没有确定。对，还没有做人评会。是。我只是跟你报告一下，说这个是好像目前即时新闻。部长，我想问一个事情哈，这个是这个、关于陈维廷哈，这个。在役政署替代役训练班将，好，这个他那个时候去向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哈，我有看到两个函呐哈，部长这个，我想前面荧幕上你可以看到，一个是五月19号的来函哈，当时有询问关于役男去向国父遗像鞠躬是否违反内部服勤规定哈，那他那时候说明是这样哈，这是。结训典礼的一个程序之一了哈，那所询陈维廷拒绝向国父遗像鞠躬，查未符典礼程序之规定，那本署审酌认为陈员做法欠妥，为考量惜于预演时未配合其动作，仍可予以导正，无实质重大违规情节，所以未予以处罚。这是一个哈，啊，部长520当天又有另外一个函哈，这是内政部役政署替代役训练班的通报哈，他这边讲的是替代役男接受基础训练期间，于开训结训典礼含预演时，全体役男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悉典礼程序之一，若有违反典礼程序规定者。悉替代役男奖惩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十款违反团体纪律，情节轻微予以罚勤2小时。好，部长，这是一个是19号的文，好，一个是20号的文。好，这个之前是认为这个仍可予以导正，无实质重大违规情节，所以未予以处罚。好，那520的文是说，这个必须违反团体纪律哈，虽然轻微轻节情节轻微哈，仍予以罚勤2小时。好，部长，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好，那到底虽然它是一个个别事件哈，可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说，那到底国防部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好，为什么会有两个不一样的文？那为什么从519到520？虽然两小时不多啦。虽然两小时不多，好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这样，报委员，这个是议政署的这个，公文不是我们对哦，是议政署的。那国防部的态度呢？因为之后他也是要去，他都不算国防部在管的。没有，他不是我们在管。所以那国防部对这个事情没有态度。我们按照我们规定，报部长，我们要报道，我们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就是要按照规定来做事情。哦，是按照这个仪轨都来做。好，对，因为我的感觉是说，为什么519跟520这两个文差别会这么大？好啊，虽然这是个别的事件，可是大家也关心到。那如果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会有因为宗教信仰，好，在拒绝服役或这样的事情，好，我们国防部都处理过。那如果这位成员，哦，这位成员呐，哈，好，那未来服替代役。那如果有因为政治的立场或政治信仰不同，
那国防部会怎么看待这样？我想替代役的这个议政署，请回答这个问题。要回答吗？好，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两个文不一样？刚刚纪委员好啊，刚刚委员询问的这个两个文啊，一个是答复民众的一个陈询的公文，另外一个是520是训练班的一个内部训练的通报，这是两个，不是说他差一天完全不同。那这个事情的发生，陈同刚刚纪委员讲是一个个案啊，是陈先生在4月29当天，我们在议员这个结信典礼的时候，在典礼程序上第三个程序是向国旗暨国务遗像行三鞠躬礼。那我在议员的时候，那个成员他并没有履行这个程序。那当时我们大队长陈功林大队长有跟他劝导。那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在陈功林内规里面也没有相关的一个规定。所以当时只是一个劝导之后呢，就让成员顺利离营办理结训，这是当时的情况哈，4月29。对。那么后来因为社会各界看到这个新闻，这新闻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我们不了解啊，可能是成员直接po文上去，然后大家看到有不同的讨论了，就说也不能这样就算了，应该一个纪律。所以我要求我们的训练班去做内部的检讨。那么检讨最后的结果，就刚刚看到那个通报哈，就是刚刚陈委员看到520那个通报，那就正式要求说，在典礼的程序里面，陈总刚刚我们部长讲的哦，一切要照仪轨来，这是一个典礼程序。所以未来不鞠躬就是这个什么罚勤2小时。但是我们陈功林最轻微，以次计算吗？还是一次依法？就一次，那是最轻微的处罚。我知道，2小时，对，轻微，算轻微哈，因为你这边讲轻微、轻节、轻节、轻微嘛。对，是。那我们只是想说，为什么519、520有这个变化？第二个，那是不是以后只要不鞠躬一次就罚2小时？那就是不履行典礼的程序的这个规定了，因为我们要训练替代，一次计算就对了。对，我们要训练替代。我想你这个规定也要讲清楚哈，因为是，我不是为了他个人在讲这个事哈，我的讨论是说，那未来遇到这样子，因为我们过去有宗教信仰嘛，是，那因为政治信念不同，那你的处罚规定之前是讲这个不予处罚，那后来规定说要两个小时哈，这个变化，那你是不是就讲清楚未来是这样的态度？那国防部是不是也支持这样的方式？包委员，我是国防部人事次长。包委员，我们这个按照中华民国的军人礼节里面，对于敬礼的规则，我们定得非常清楚，低阶印象高阶敬礼。那另外依据我们的集合的仪式的其中在各典礼部分，其中有唱国歌、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的等相关的仪式。那国军呢，都必须按照我们军人礼节的规定来办。那假如没有按照我们相关仪程来办理的，我们由各权责单位按陆海空军惩罚法等相关细则，依当时的情节来做决定。报告完毕。OK， 所以以后会往这方面走，这个是确定的。确定的。好。OK， 所以因为我们会比较注意的是说，这个行为的罚有没有考虑到他的这个政治的问题了？好，当然，你们如果已经确定这个方向，而不是本来之前以为这个事情很大不处罚，后来处罚，那你像你讲，如果成员以后每次都不鞠躬，那是不是都每次都罚2小时？如果按照目前这样规范来做，跟委员报告，那只是在那这样会不会变成让他成为有一个政治抗议或表达他政治理念的机会？这样反而失去了你们要表达纪律。那只会在开训典礼跟结训典礼的时候有这个情形可能发生，所以他服役的时候只有这两个机会，这两个需要鞠躬，是其他都没有需要鞠躬的。但是为了培养替代役的团队纪律啊，我们还是要执行啊。OK， 好，来部长，我问你募兵制的事哈，谢谢。好，再下一个，部长找得到人，能不能留到人才了哈？2005年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哈，维吉尼亚军校首席毕业陈进福，那时候还闹很大的新闻。弃转教职。好，2013年首位选送西点军校的陈武林上尉适应不良，坚持退伍。就说我们找到人，那当然前面很多委员在问，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就算把他栽培成相当不错的职业军人，我们能不能把他留下来？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两个例子是非常有名的，是社会的标杆啊。好，那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也蛮有趣哈，男招不足，女爆满哈。2013年前四梯次的招募，男性只募到1348，女性是1116。2012年女兵招募800，却高达5000多名报名。军方最后只好增额录取，增加到900人。那真的吗？我们现在在募兵的情况里面，男女的比例会不一样。我们的女性这边，我们的女性的同胞，其实从军的意愿，相较于男性是比较高的吗？我跟委员说明一下，我们男性官兵跟女性官兵这个比例啊，其实我们是参酌世界先进国家，是他依据他国家国情任务跟没有，我问你是不是这是不是个事实？我们现在的状况，女性官兵的这个报考的这个是很踊跃，但他并没有超过男性官兵的数量。OK， 那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很多会有个说法说，会不会是因为性别他们分配到战斗兵科跟非战斗兵科的差异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战斗部队也有很多卓越的女性。我知道比例呢，比例上当我们逐渐在扩大，但是我跟委员说明一下，我们在107年在女性人力禁用上，我们希望达到12%。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当初在募兵制实施计划的时候，你讲是全部嘛？全额。对。那如果战斗兵科跟非战斗兵科呢？你的比例的配置？基本上我们是用这个12%这个比例去做适当的调配。希望战斗兵科也12%，非战斗兵科也12%。也不是这样讲，我们希望就是说总额12%的情况之下，我们依据部队战斗兵科、战斗支援勤务兵科的比例去做一个适度的一个分配。这是104年八月底的这个，应该算是立法院预算中心来的资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哈。战斗兵科跟非战斗兵科，我们女性自愿役军职人员的分派哈，其实比例差距是很大。战斗兵科军官是0.8%，非战斗兵科10.1%，士官1.1%，战斗兵科非战斗兵科13%。好，我想你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数字，这显然跟你所讲的那个比例，你想达到那样的比例一致，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觉得，好，本席觉得，我们女性同胞女性愿意从军，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好，甚至可以强化我们中华民国军队的素质。好，只是说，如果战斗跟非战斗之间的差异这么大，好，你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这个有性别？我们不要说不平等啦，有性别差异的问题。好，那我们也知道，在部队里面，战斗跟非战斗的地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好，那我觉得国防部，你现在遇到的是女性从军的意愿跟动机都蛮强的，那你未来怎么去处理，或是让它变成一个对国防部、对中华民国军队是一个正面的力量？这样，我们会做后续这个人力编配上的一个调整。好，我想这也是部长为什么大家很关心。你的发言人是不是女性的原因呢、啊？是。好，好，谢谢。谢谢委员。好，下一位，请江乃馨委员。江乃馨不在。钟孔绍委员，钟孔绍不在。苏正清委员，苏正清不在。林俊宪不在。陈代素美委员不在，李彦秀不在。我们今天会议程以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了不在场者以外，都已发言完毕。我们报告跟询答结束。那么本次会议由委员吴坤玉委员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在2周内以书面答复。那么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或者要求补充资料的部分，也请相关单位在2周内以书面提供。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散会。